甲伊个即个录音诶档案吼，甲整理做交易稿吼，逐字稿，就是拢甲整理出嘛，公布伫网站，啊，甚至声音档嘛拢甲公布出来，各位若要知影详细，通去听吼。啊，我简单讲，伊半点外钟是咧讲啥呢？当然，伊一开始吼、哦、有讲到啊，日本时代啊，日本人皇民化运动。哦，叫台湾的人呢，就爱啊，这个啊学日语啦，吼、哦，爱要甲台湾同化做这个日本人。当然，伊伫遮咧批判皇民化运动，这一点咱甲肯定，吼、哦。啊，毋过呢，伊煞相当标准呢。1945年以后，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因来甲台湾的时阵，伊嘛是相共款啊，哦。伊后来嘛是禁止台语、禁止客语、禁止咱原住民的话、禁止咱台湾的母语咧，嘛是强迫咱在用中国语文咧。哦，但是这一点伊拢无批判，无批判便罢。哦，伊搁伫遐讲吼，啊，我们中国人，啊，我们汉人，哦，啊，恁遮吼，咧变个什么本土化，什么搞什么一边一国啦，伊真系讲搞一边一国的啦。哦，意思讲，恁遮咧什么独立人食饱先用，安尼意思就对啊。哦，当然我了起毛了真袂惊啊咧。不过咱嘛是还佫真有风度，佫坐伫遐佫听啦。哦，爱着愈骂佮愈涉怕咧，就继续开始就伫遐批啊吼。当然，咱知伊立场，伊是徛伫中国人啦。当然，伊若个人选择要做中国人，哦，咱嘛尊重伊咧。啊、哦，就亲像讲即摆民主自由时代。啊，马英九地当选择要摕美国绿卡咧，哦，迄嘛是个代志。问题呢，啊，你要去做外国人，要做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迄是你个个人个选择。你袂当讲，啊，恁遮要留喺台湾做台湾人个人，哦，恁遮吼拢短视啦，拢心胸狭隘啦，哦，恁遮个人拢安怎，你太使共骗想。啊，阮原底台湾人伫遮做台湾人，哪有啥毋对？哦，你选择要反背台湾，迄是你个人的选择啊！你袂当叫人来对你啊！哦，敢若无对你，就是无水准，就是心胸足狭隘。嗯，啊，敢讲在对中国较是心胸较宽吼？啊，然后咱就搁在对美国啊！啊，人美国毋搁愈强哦。所以人要踮遮作为一个台湾人，要伫遮坚持用家己的母语，伊无共肯定，搁用迄种负面的，用迄种无实在的言论，伫遐共扭曲，伫遐共抹黑，伫遐共歪错事实。哦，啊，甚至伊愈讲着愈超过啊咧，伊甚至佫直接点名讲吼，啊，那是搞台文的啊，啊，来这段话吼，来咱先放互各位听一下，看我有甲冤枉啊无啦吼，这是伊家己讲的声音档吼，啊，咱刚佫有另外一支麦克遐，等互收音较大声小块，哦，迄个麦克吼。啊，一旦甲囥个喇叭遐，会较大声。哦，好，来，咱个。咱个听一解吼。这些搞台语文的人呢，哎，一个是正良伟，没有关系，你没有录音，我就讲他的名字。一个叫洪伟人。还在中央研究院当中处理，我跟他说的，郑良伟还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汉罗啊拼在一起的文字呢，把它翻译过闽南语，我看不准不对。好。伊伫遮呢，就讲啊，恁遐搞台文的吼，爱着基地啦，去郑良伟啦，去洪伟人啦，哦，啊，讲遮个人呢，就是讲不伦不类啦，哦，啊，当然有个人讲啊，咱袂使个断章取义，其实无啊，伊个前后文各位去看，就是同款种意思啦，就是讲吼，恁做台语文的啦，啊，就无需要嘛，啊，台语都会当讲尔，也袂写一下啦，哦，是口语尔，也毋是书面语咧，哦，爱着伫遐批评咧，哦，啊，当然。伫即个时阵，我著听着嘛，足气个，已经听伊讲半点外钟啊啦。哦，当然咱有较感性，感性起吼，就已经伫遐听讲半点外钟。当伊讲到遮时，当然我著足生气个，我著甲海报穿安尼，甲摕起来，压伫遐安尼，压咧抗议。啊，当然我嘛拢无出声哦。哦，我嘛是嘛无甲抢麦克哦。哦，我干呐伫遐做我个抗议，点点只甲抗议尔。伊安尼就袂堪一下，你知道？伊就开始，哦，
先问讲啊，这位先生，你不要太短视，意思讲吼，恁在做无语的，先短视啊。哦，啊，然后咧，当然我嘛甲呛过，啊，你啊，你嘛卖先过短视啊。哦，安尼尔，伊就开始摔麦克，哦，啊，就开始骂，扯干胶啊咧。哦，安尼啦，就冲来呢，就要甲他拍咧。哦，啊，伊骂啥？来，咱先吼，各位听一下，哦，好、哦，来，咱即摆过来听一下。哦，看咱有甲冤枉啊无？哦，啊，这个较大声小寡吼，啊，咱若迄个，因咱这是要追求真相啦吼，咱毋是条工要放即、這个即、這个叫的即个录音档吼，但是咱是爱追求真相吼。哦。哦哦，所以呢，伫遐我是真文啊，真斯文，甲伊抗议哦，我嘛无抢伊麦克啊。但是伊就敢若袂输迄种一只碰风追鸡吼，迄种突破伊个鸡几尔咧，啊就开始吼足生气个，衫就脱起来，穿吊架要冲来甲我拍咧，哦，安尼敢有道理？哦，啊咱甲质疑尔，伊就袂堪一啦，哦，啊像一个迄天个相片吼。哦啊，伊徛伫遮吼，啊，我著坐伫遐，甲控制吼。哦，啊，然后呢，一挂工作人员吼，承、哦、办单位即、這个啊，出席基金会呢，穿红衫个遮吼，遮、哦、红衫军呢，著走来，我欲抢我个海报安尼，你看，哦，像遮著欲抢我个海报安尼，安尼敢有理？啊，美国总统咱台当个，都有人去甲控制甲等鞋啊，人嘛无共叫咧，啊是安尼，我举牌也无甲抢麦克。哦，伫遐甲表示反对的声音尔，啊，即个红衫军嘛抢嘛走来要甲我即、這个啊抢海报，啊，像即个王春明，哦，啊，另外伊嘛是伫遐咧骂，哦，啊，即边啊即个红衫军，哦，啊，即个话人呢，当话人讲，啊，你太无爱吼，等人演讲煞呢，哦，啊，即发问的时阵提出无共意见就好啊，各位啊，即、這个咱袂输讲吼。啊，咱都要食便当，啊，你明知这便当都臭酸去啊咧，你是要甲食完，等甲送病院，才讲哦，真正迄臭酸的便当，还是讲你都食一嘴都感觉臭酸去啊，你得随个配掉，当然嘛要随个配掉。啊，再过来，这嘛亲像讲，啊，你都明明看到一个土匪，一个歹人，伫遐要共抢钱，啊、哦，要共抢劫的时阵，你是要随预防犯罪？啊，是讲等到迄个人互抢了吼，甚至互刣死安尼，啊，咱只吼，家己尸体摕来警察局甲报案一下。啊，咱当然嘛要随时甲制止。而且我嘛真有风度，我伫遐听半点外钟呢。今仔日伊若讲迄半点外钟，你好好啊讲，哦，台语文对好对唔好，啊你，哦，你着好好啊提出来检讨，你有建设性的建议，啊，这咱拢能接受一嘛？唔是啊。规个起来的啊，我们中国人啊搞那么一边一国，啊你搞那台语文不伦不类，就这种负面呢，哦，安怎歪传事实，哦，安怎歪传事实呢？伊讲吼，啊这台语吼，啊口语尔啦，啊这也无啥物书写的历史啊，感恩呢？咱即卖来补充，互各位了解，台语敢干呐口语尔，敢无书写？哦，然后即卖来补充一下吼，譬如讲。像这個，当然咱台语文，咱台湾语文，吼、哦，包含着台语、客语、原住民的语，这拢是咱台湾的语文，啊、哦，唔是像一般媒体咧讲，我讲啊，咱讲着台湾语文，敢那袂是敢那讲着台语尔，唔是安尼。原住民，甚至咱台湾上早文学的书写，是原住民的咧，西拉雅的这个新港文咧，啊、哦，早前伊翻译这個马太福音，啊、哦，咱正来看像这個。荷兰时期所翻的这个圣经马太福音，圣经嘛是文学的一种诶，啊、哦，所以从早期咱台湾的书面语的文学，就是为平埔族希腊雅的语言来啊。虽然讲后来因为受到外来统治的关系，啊，这个语言、这个文字衰弱断尽去，啊、哦，而且咱感觉真可惜，啊、哦，啊，过来你若讲那台语的部分。真济咧，即下嘛真济，要你书写啊，甚至客嘛嘛有人咧书写啊。哦，像这個，咱台湾1885年出版的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这规个拢用台语书写啊，佫是用白话哦，用白话字，用罗马字来书写。啊、哦，啊，有个人讲，嗯，
啊，你这教会公布、教会报，啊，这拢甲教会有关系呢？这甲台湾文化有啥物关系？咱袂当安尼讲，因为咱甲看近代啊，西欧国家，即欧洲国家啦，吼，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呢，因近代国民文学是安那形成的，拢甲圣经有关系呢。追溯甲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啊，伊追求即宗教改革。伫伊宗教改革进程，欧洲因主要拢是啥？用拉丁文啊。你虽然讲德国话，虽然讲英国话啊，英语、德语，也是讲即个意大利的话呢。毋过你迄个教会时，你敢要用拉丁文写呢？一般人吼，袂晓用伊个家己个母语书写啦。古早中国世纪欧洲就是安尼嘛。哦，因感觉拉丁文较有水准。哦，毋过呢，马丁路德伊提出即个无共个看，伊感觉宗教爱改革，伊感觉讲吼，即个你若无宗教改革个时阵呢？诶、欸，啊，遮真侪遮即个啊，神职人员呢，遐个牧师呢，吼、哦，咱是讲过去吼、哦，中国时代遐个人呢，伊安那去解说圣经，你也毋知影，因为一般老百姓伊无多看圣经嘛，啊，圣经写啥拢在透过遐神职人员去甲解说，但是解说有当时歪错去啊，就亲像讲即摆当机话若较正派，诶、欸，真好，啊嘛无正派的呢，有好有歹的吼、哦，啊，所以古早中国时代迄、那个。澳洲嘛是同款，伊神职员话歪出，其实伊家己意思，啊假讲哦上帝讲啥，因为伊在咧欺负啊你一般信徒都看无圣经嘛，所以伊当时提出宗教改革，其中一项上重要就是啥，伊用白话德国话呢来翻译圣经，甲拉丁文的圣经甲翻译做白话德语，啊、哦，啊然后开始呢伊就德语的即个圣经嘛，啊因为迄当时伊要传教啊。啊，所以一般老百姓为着要让因会当读圣经呢，所以就开始设学校、设教会、设教堂来教你会当读、会当写。啊，那一般老百姓呢，把这个功夫学起来了呢，除了来读圣经之外，伊嘛当运用伫其他的多合啊。啊，譬如讲我要来买一下菜啊，等下要买什么菜，哦，我做一下记录一下，还是讲我写日记吼，今仔发生什么代志，我甲记录一下。啊，若靠材料的，哎，伊当文学创作啊。啊，有的人迄当。做电影调查，去收录讲啊，咱细汉的时阵有啥物囡仔歌，有啥物俗语，有啥民间故事吼，啊，拢甲记录起来，啊，甲出版出来。啊，出版出来了呢，学校就当阁继续来教。所以因这德国人意识就是安尼形成的啊，英国人意识嘛是安尼形成的，意大利人意识嘛是安尼形成的啊。哦，伊就讲，啊，咱拢唱同款的囡仔歌，听同看这同款的这个民间故事，所以就这个民族意识是安尼起来的啊。哦。所以这个母语的书写跟这个出版呢，的这个普遍呢，是伫西欧造成，因为这个民族意识，啊、哦，有德国人意识、意大利人意识、法国人意识，是安尼形成的呀、啊，啊、哦、啊，所以呢，台湾早期嘛是同款，啊、哦，上早就是咱拄仔讲的马太福音、新港文，遐可惜遐已经断去啊，断去了，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台语会过来啊，啊、哦，像咱即摆看的这個。有报纸，嘛有圣经，哦，1873年就这个新约的圣经，哦，啊个1884年就这个古约的圣经，哦，像这呢，伊嘛拢开始，台湾嘛拢有啊，哦，啊这个报纸内底呢，伊刊载物件不只是宗教的物件啦，真侪啦，文学的啦嘛有啦，报道文学，也是讲这个创作文学，哦，也是讲这个一挂天文地理，哦，也是讲一挂新闻事件。真侪拢有啊、哦！啊，咱过来看，像这呢，这是这个1886年白话小说，就刊载伫这个咱拄在看这个教会公布内底吼。伊、哦、这个小说呢是啥呢？用台语的白话写，伊写吼日本的怪书啦，啊、哦，日本的怪书，啊，这是啥物内容呢？我们来简单来小解一下吼。伊、哦、就讲吼、哦，有一个人呢。去这个饭店，当然古早毋是叫饭店啦，叫客栈啦吼。迄客栈呢，休困大眠呢，爱来交代这个头家讲吼，头家啊，你明仔载呢，爱甲 morning call 一下，我有代志要来办吼。啊，这个头家就甲答应啊呢吼。啊，当然过当天，这个头家要甲 morning call， 啊，咱知影百外当前，迄当时都还无电铃的嘛，无电话啊，所以 morning call 呢，爱去甲弄门卡会使。所以呢，伊过当天早起就去甲要甲。
弄门呢。迄个房间外时阵吼，由于窗仔边个影入去，这个人奈遐奇怪，伊这样伫遐困吼，还有加被，啊被呢有吐一个狐狸的尾溜出来，伊讲奇怪啊，这个人是人还是狐狸精？本来吼，伊就无啥敢弄门入去的，尾啊呢，伊也是提出勇气，就哭哭弄门入去啊咧，啊弄门入去，当伊就皮皮抓，伊讲你去床吼，啊伫遐皮皮抓。啊！这个人家看到伊安皮衰，讲啊，头家啊，无你是安怎个哦？他会遐难遐惊啊！这头家本来嘛唔敢讲，尾啊嘛是老实甲讲啊。我到尾去外时，看到你有狐狸个尾溜吼，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啊，这个、人家看到这司机败老，伊就甲老实甲讲讲，唉，头家啊，无唔对啦，我来山顶来狐狸精吼，啊，即届着要紧个代志要入城来办理呢。安尼啦，你这个秘密唔通甲人讲，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啊，你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啊，要哪报答？到你若摕十块银吼，去庙里添香香的箱啊顶头甲藏咧呢，过冬仔啊，互你变二十块。啊，你若藏二十块，过冬仔互你变四十块，用安尼来甲加倍，来报答你吼。啊，这个头家本来想，那有这好康的代志，不离过呢，伊就想啊，试看卖呢，反正有好也无歹咧。蒙起蒙起啊！所以过冬天就只能摕十块钱去庙里添香香的箱啊顶来甲藏咧。过冬天早起是变偌济？变二十，真正的。伊做二十甲藏咧，过冬天去变偌济？真正变四十。哦，伊想啊，这声冒死啊咧！安尼呐，无啊藏较济，无爱十二十四十变成万，我藏较济，藏一千块好啊。所以就一千块啊藏咧。过冬天去变偌济？变无去。有奇怪是哦，像退去还是用风扇走去？伊想唔信呢，我搁试一届，搁藏一千块，过冬天过去，我嘛是无去。尾啊呢，伊恍然大悟啊，迄个变身啊骗伊啊，迄个诈骗集团骗伊啊。啊，这就是啥？咱的祖先甲咱讲，咱唔通小贪啦，小贪就两家人啊，唔通迄个变身啊甲咱骗去。你看即卖真济人吼，钱用变几千万的也有，变几亿也有呢。哦，啊变钱，啊无就变选票，哦，啊即摆变成咱遮尔济，你看百外当前，咱的祖先就用这深色的白话小说，劝咱唔通小贪啦，哦，啊即拢完全用白话书写的呢，哦，过来除了这种写作的之外，伊嘛翻译一挂欧洲、西欧的一挂格林童话也好啦，哦，安德森的童话也好啦，现在囡仔个伊嘛有甲翻译过来呢，哦，像咱即摆看的这。啊，1915年台语版的这个灰姑娘，伊翻做啥货？伊翻做土炭。哦，灰姑娘伊个叫做土炭，为啥那叫土炭？土炭啦，吼、哦。啊，因为迄个囡仔，迄、那个囡仔因兜咧卖土炭啦。啊，卖土炭，你手摸摸，过来摸你的面就乌去啊。哦，所以叫做土炭。哦，1915年，咱的文学的发展，就甲各国甲西欧。同款进步安尼，哦，咱嘛已经甲人互通有无安尼，哦，啊，结果有个人唔知影，像这拢嘛真好个迄落啊，啊，咱是安怎，即、這个百年小说，诶，即个研讨会完全遮拢无要提起，咱遮文学创作拢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呢，各位啊，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啦，哦，1919年。啊，咱伫进前三四十冬，咱都已经用白话的台语来咧写作，来咧创作啊。所以咱的白话文学是比中国搁较早呢。哦，啊，咱搁来看，除了拄只迄短篇的之外，咱嘛有长篇的。像这1926年郑克盼的长篇小说叫做《出师线》啊、哦，包括1925年嘛，搁一个《乱人生》搁较早。伊就写即个安宁的目屎，像这黄春明拢还未出世之前，人就已经用台语咧写小说，长篇也有，短篇也有。啊，即、這个研讨会加少着学术，伫遐欺骗人啊！敢若袂想拢甲因中国人较会晓写作，啊，咱台湾拢无啦。啊，你会生气也袂生气？歪传私信嘛，啊、哦！所以你啊看，咱拢提出证据啊，咱台湾真早以前就有啊。啊，过来。除了小说的创作，咱嘛文化评论的册啊，哦，像讲1925年蔡培慧先生
伊就写一本十项关键。啊，这十项关键啥物内容呢？伊是一个文化评论的册，伊咧写讲咱台湾的文化要安怎才会提升，要安怎才会进步。伊提出伊十大的看法，哦，所以叫做十项关键。哦，啊，这是1925年出版的哈。伊这本册全部拢用白话字书写，拢用台语白话写。啊，爱情内底伊有讲到，哈，来咱来看卖呢，哈，伊讲呢，本岛人拢共有360万人，仅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虾米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重，一项是说法的人无有十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艰涩，非常学得学。伊讲咱台湾文化未发展吼，简单讲有三大问题啦。第一，咱家己都无看重嘛，咱都拢干顾趁钱尔咧，吼、哦、啊建国也毋做，啊文化独立也毋做，吼、哦、啊对文化对学问拢毋看重，干顾趁钱。哦，第二就是说法的人无十分的诚心，就是意思讲，迄当时日本人吼、哦。伊都无影要互咱发展嘛，所以你啊看日本时代虽然有台湾大学，但是伊拢啥，拢理工的啦，啊拢迄种正产的啦，哦，伊无爱互咱读政治，无爱互咱读社会科学的物件嘛，就惊咱变巧咧，惊咱会起来甲反抗啊，哦，所以即个说法的人无十分的诚心，啊，即卖是毋是我同款，嘛差不多呢，嘛同款是安尼呢。第三点，啊、哦，即文字生难呐、啊。因为要学这汉字，当然咱不是讲这个反对使用汉字的人，但是咱啊平心来讲呢，凭良心来讲呢，这汉字吼，就咱俗语讲的，讲汉字要读的慢吼，嘴手就拍死干啦。哦，要读的慢，真正嘴手就拍死干。哦，你要个人去做研究 OK， 但是呢，你也想，你若要全国的人要学到会，咱细汉拢学偌久啊？我即马阁会记得细汉为小学国语课。逐天当个咧背写汉字啦，一字来写几十字，啊写几若十行啊，哦，啊咱是学几十冬，较会晓呢，哦，啊但是咱对着台语文，虽然会晓讲，咱无学，敢着看无？无学当然嘛看无，真侪人讲啊我恁写台语文我看无，我才甲讲他会看无，啊你无学当然嘛看无。奥巴马若无会读册，伊敢会晓写英文，当然嘛袂晓。会晓讲是一回事。会晓写，会晓读，迄个是另外一回事。哦，按、啊、中国人就是无爱互咱受教育啦。哦，就讲啊，你这吼、哦，你咧台湾母语呢，啊，踮厝讲就好。哦，啊，自然就会流传落去。黄春明就是这种想法。我踮厝讲，家己就会流传。啊，哪讲啊哪华语就踮厝讲就好啊，对无？华语都即卖遐普遍啊咧，啊，你踮厝讲就好啊咧。啊，你著看啥物，诶，啥物东森幼儿台就好啊，何必来学校受教育？是安怎？包括我等下会用数字予各位看，是安怎华语着遐济时数伫学校着爱甲教，啊台语着拢台湾的语言着拢毋免，无公平嘛，吼、哦。好，啊这是即个蔡培慧伊所提所写即十项关键吼。过、哦、来，除了即个文化评论，诶、欸，医学个嘛有呢。你像这1917年中国还袂五四运动进程。咱就有这个白话医学的教科书安尼，哦，这戴仁修医师所写的《内外科看护学》，你啊看，规本册拢用台语写的啊，啊，伊佫来注讲啊，那汉字还是英文要哪讲，哦，人拢有佮注明伫遐，哦，佫来像这佫较早，1897年就有啊，台语的数学课本叫做《必选的初学》，哦，这百货当中就有安尼，哦。好，啊，过来，咱拄则讲，迄拢是早前，百货当前就有。有的人讲、啊、有啦，好啦，啊，你以前有啦，但是你即摆有啊无？嘛是有啊，我嘛阁简单来小解一下吼。咱目前呢，有啥物款的母语文学杂志？有啦，真济啦。哦，目前还阁活咧。哦，譬如讲《台文通信》《台文网报》哦，即拢已经办，会使讲要差不多20冬啊啦。我学生时代、大学时代就已经有诶，诶杂志哦。啊，过来。像这《海岸台语文学杂志》《台文正线》杂志，这嘛拢还阁有伫发行啊！啊，《首都时报》这嘛拢阁真侪人伫看啊！啊，甚至客语的客台语啊，合法嘛有啊，也是讲这个
文学客家，哦，这嘛是主张用客语来书写，嘛有啊，这拢真好啊，哪会无？啊、哦，所以呢，咱当代嘛是还阁真侪人坚持要用家己的母语来书写，结果呢，这个百年小帅跟退，无甲一场咧讲母语的啦，甚至调工安排这个假牌，中国假牌台湾人呢，哦，来伫遐叫伊来甲咱修理咱台湾人，哦，安尼咁对？哦、我相信哦，那在座各位伫现场，可能大家拢会去甲抗议啦，唔是讲我的抗议尔。哦，过、哦、来，咱来讲，啊是安怎？咱拢唔知影即个历史，咱拄则讲遐历史，我伫读大学以前，我嘛唔知呢。啊、哦，读大学的时阵，嘛唔是讲随读大学就知，是阮哩大学生时代，啊、哦，阮有组一个台语文社，哦，组台语社。豆豆去了解台湾历史，了解台湾文学，台湾的语言，才慢慢啊，慢慢哦，原来台湾以前有这样丰富的文化的资产呐。可惜咱拢唔知影是安怎，因为咱就失教育嘛。外来政权无爱予咱有本土的教育啊，哦，大家即卖真侪人哦，讲哦，即、這个伊学历足悬啊，大学啦、硕士啦、博士啦，学历足悬无唔对啦，但是对着家己的母语的。一部分的不过是一个母语的文盲尔嘛，英语较好讲，中文较好讲，但是拢是母语的文盲啊，哪有较怎？哦，因为咱无台湾母语教育，造成咱是母语的文盲啦。啊、哦，咱即卖搁来举一个例啦哈、哦，以越南来讲哈，越南伊个历史背景诶，甲咱台湾真接近，真相像。因早前互中国统治一千冬啊，啊。了后呢，虽然有独立建立的封建王朝，不过呢，嘛算是中国的藩属国啊。三党五党都爱去中国甲调摆一下吼，安尼来换取和平就对啊吼。啊，这个当然，1945年以后，吼、哦，越南就脱离中国嘛，脱离法国吼、哦，啊，宣布越南独立。啊，迄个时阵进前呢，有一个越南的真有名历史学家叫陈仲金吼。哦伊人是已经过身，啊，真有名。伊有写一本册叫做《台迄、那个越南通史》啦，《越南史录》哈，《越南史录》啊，哈，《越南史录》的册哈。啊，这本册算是伫越南的近代真重要的一本历史的册。迄个亲像刚刚秘书讲，书名啊，写台湾人四百年史，还是讲王玉德写这个课文的台湾同款哈。对着越南的近代历史哈，有真大的一个贡献哈。啊，伊嘛感慨讲啊，伊讲吼，伫较早呢，伫中国统治，吼、哦，也是讲伫即个藩属国的迄个时期呢，吼、哦，唔管大人囡仔，大家人去读册吼，拢干学中国历史尔啦，无要学本国史啦，吼、哦，啊，写诗写文章嘛爱用中国做标准啦，爱为遐取典啦，大家讲啊，孔子讲，孟子讲啦，吼、哦，拢在取典为中国遐去呢。啊，对本国的代志吼，拢无要提啦。啊，咱国的人呢，甲本国史呢，当作无路用啦。啊、哦，啊，这为什么来安尼？因为咱自古以来无家己的国文啦。啊、哦，规世人拢甲照做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就是照做遐汉字。啊、哦，什么代志呢？拢爱受着感化，拢爱读中国册。啊、哦，啊，看轻家己啦。所以各位啊，这个陈仲金所讲的这话，你若甲换来。看咱台湾，拄啊好，准，台湾嘛是安尼啦。台湾不只是干那语言的问题尔呢，文化的问题、历史的问题，规个咱的教育内底，完全就咧去台湾化嘛，叫咱台湾人家己来看清台湾人嘛。啊，拄啊好就甲过去迄段越南和中国统治，还是讲和藩属国的迄段时间、迄段时期是足共款的吼、哦。好，啊，咱来看。看讲咱台湾的母语教育观是安怎互剥削啦？啊，像进前遮个中国派的媒体，哦，伫遐甲我骂哦，甚至伫扭曲着咱遮做母语的人，讲哦，啊恁遮就是拢咧台语刷文主义啦，哦，拢用台语要排斥别人啊，真奇怪呢。咱这是正当防卫尔呢，啊，即个咱袂输讲，有一个土匪，啊，莫讲啊一个土匪啊，讲哦，最近。无讲即索马里啊，还无真侪海贼了哦。啊，即海贼呢咧共抢劫，哦，拿 AK-47 伫遐共
砰砰砰在遐共抢劫咧。啊，咱是互伊弹到要死，要死毋活安尼的时阵呢，啊，大力甲扇一个嘴皮，正当的方位尔，伊甲你讲吼，啊，你太太甲遮个人甲扒嘴皮，你也共回失咧，安敢对？啊，即卖是华语霸权的时阵，甲咱遮本土语言欺负甲，咱趴伫涂骹，强要爬袂起来啊！咱甲骂，咱甲扇一个嘴皮尔，正当的方位尔，讲咱伫甲伊欺负，甲你霸权啊，安敢对？啊，咱来看，我甲统计出来哈，为小学到甲大学，每礼拜有几节课？啊，咱来看哈，伫小学呢，伊叫做国语啦。当然我无承认国语的存在啦，所以我甲叫华语。华语是已经对足客气的讲法啦呢，无只讲这叫做北京话尔呢。哦，华语课是偌济？小学差不多五节至六节啦。哦，因为这有春秋啦哈，因为。伊即个每一个学校吼，伊会当伫语文的领域内底吼，啊，拢总有八节爱看伊安怎去调配吼。啊，平均册学校呢，啊，国校啊，拢差五节至六节的即个国文啊，有迄个国语课吼，就是华语课。啊，若英语呢，差不多一节至两节，当然有学校甲三节嘛有诶啦。啊，你像讲台北呢，因着要足侪学校拢要三节的吼。啊，台语偌济？当然不止台语啊，台湾的母语啦吼，包含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话也好吼，几节一礼拜一节啦，一节是偌久？四十分钟，国校啊一节四十分钟，啊大学一节才是五十分钟吼。你啊看，国校啊是安尼，啊咱过来看国中吼，华语课四节至五节啊，英语课三节至四节啊，啊台语啊是讲台湾语言的，或者零啦，拢无必修啦。伊讲吼，啊你若有兴趣诶，家己去参加社团活动就好啊。那奇怪呢，啊若安尼对华语有兴趣诶，则参加社团就好啊。泰本土语言参加社团活动就好，啊华语诶就必须有，奇怪了。啊，过来咱来看高中，华语呢一礼拜四节到七节，英语偌济四节，啊，台语本土语言偌济零，无半节，啊，过来到甲大学呢。各位，伫大学的时阵，会使讲差不多逐间学校，佮有迄种大一的国文啊，不管你读啥物，系拢爱大国文。我印象中，我大学时阵，我国文还佮收六个学分呢，啊，拢伫遐知乎者也读啥物，啥物迄个国文观止啊，拢读个文言文的物件啦。哦，我大学我是读机械系啦，机械我佮读国文爱读六个学分啦。啊，啊，即摆平均册呢，我学校四个学分尔，吼，差不多四个至六个啦，吼。看每一间学校无同个要求哈，过来英语偌济，嘛差不多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啦，哈，每一个学校嘛无同个要求啦，至少拢超四个学分啦，哈。啊，台语偌济，零啦，安尼敢有公平？甚至上下面像哦，你像新台，我嘛捌甲校反映讲吼，啊，你国文必修，四阮新台是必修四个学分，我讲，啊，我这台语嘛国文啊。我来开台语文，拄国文会使无？伊讲哦，你袂使开，讲迄国文着爱国中文系才会使开，啊，这有恶质啊无？这着是体制暴力啊！是安怎台语、客语，这着毋是国文，袂当去拄伊个国文课。啊，这着呐，强迫咱来学中国文啊！安尼敢有道理？你若讲中国人，伊使用中国话去写作，吼、哦，迄咱绝对尊重个，甚至你台湾。你有新住民，你是以华语做母语的，咱绝对嘛尊重伊，就亲像讲，咱嘛尊重真侪越南人，真侪即个柬埔寨啊，真侪菲律宾的人，伊来伊要用伊母语，咱绝对尊重伊。但是你袂使用阿爸的行为讲，我全部拢爱对你用中国话啊，安那对？所以你啊看，咱安尼个合起来吼，平均册一礼拜呢，为小学甲大学吼，华语课拢总十七至二啊四啦。啊，平均差十七节至二啊四节啊。啊，若英语呢，小学甲大学吼，差不多十二至十六节啊。啊，本土语文偌济，可怜呐，一节啊，一节可怜啦。啊，咱若用白话来讲吼，华语呢，人是逐工照三顿食啦。啊，咱本土语言是安怎？一礼拜才食一顿啦。各位啊，一礼拜食一顿的枵死啊未？无枵死嘛，三比八啦，安尼敢有道理？讲咱你甲霸凌，讲咱本土语言去霸凌华语，敢有道理？
这白平大要共恁甲学歪错事实啊，数字会讲话啦，吼、哦，伊是咱的将近超二十倍呢，安尼讲咱的欺负人，咱是霸权的思想，咱只不过是要要求讲台湾语文的教育权袂使互剥削去，咱的平等嘛，无你教育部爱互选啊。我的子孙若要用台语，要用客语，阮家的代志啊，我无爱学中文啊。我也无要去中国做生意啊，我为啥要学中文？我要甘愿要来学越南文呢？我甘愿要来学这个柬埔寨的话呢？哦，即卖人东南亚当地经济发展，凡是学这個，等到对阮的就业机会更加有帮助呢？为啥你无爱予咱选择？所以咱照讲应该是爱，予咱有机会，为小学甲大学，每一个人你能选择。要用客语也好，原住民话也好，还是台语也好，我要用迄来受教育啊！哦，啊，这伫联合国嘛是拢安尼共保障的啊。联合国2001年有公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包括这个国际笔会，伫1996年嘛有公布这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拢咧呼吁世界各国爱安怎，爱尊重，爱保障着遐较弱势的族群，伊的语言甲伊文化生存的空间啊。咱是要求讲要有平等的受教权的啊，啊煞甲咱扭曲，甲咱歪错，讲咱是咧霸权，啊，足无理的啦，啊，过来，咱拄仔讲的这是为小学教到大学，啊，就一般的，伊的这个对台湾本土语文无重视，啊，咱再来看，啊，台湾文学系有较好啊无，啊。那咱一般社会大众想讲，啊，台湾文学系应该对本土的语文应该较支持啦，哦，理论上是安尼无唔对啦。唔过呢，这就是一个囡仔呢，生生的了呢，啊，你也无甲教是无甲管教吼，啊，伊就变叛囝浪荡去啦。啊，即卖台湾文学系就是这个情形啦，无管教呢，煞当叛囝浪荡去啦。安怎叛囝浪荡？我即卖来举一个例。现在全台湾吼、哦，有台湾文学系一二十间学校拢有啦，吼、哦，啊我即摆举成大做例就好啊，吼、哦。咱成大呢，即、這个虽然讲是台湾文学系吼，啊伊个创系宗旨之一嘛，讲要培训着台湾语文的遮个研究也好、教学也好，遮个人才咧。但是咱来看一下课程设计，有法度培养着遮个人才也是无啦。咱来看数字吼。哦咱成大台文系甲外文系来做一个比较吼，这两个系呢，拢同款毕业的学费要128个，你爱128个呢，开当毕业吼。啊，这内底呢，专业的必修吼、哦，几个呢？咱台文系是三个系，外文系有5个系吼。啊，伫这必修课内底呢，台文系国文必修4个学分，因为这学校规定的一定要4个吼。英文系嘛必修国文4个学分，伊国文是记北京话啦吼。哦啊、来英文呢，台文系个英文必修嘛是4个学分哈、哦。啊，咱外文系，因为外文系是以英语为主嘛哈、哦，所以个英文加强，伊个必修是几个？是伊也是佮加6，拢总30个学分呐、啊。啊，为啥咱伊也是加6？因为伊也是属于专业必修内底哈。啊，六个是一般的大一的英文哈、哦，所以合法是拢总30个学分就对啊哈、哦，必修爱30个啊。啊，结果呢？咱台文系呢，有关本土语言母语的课必修几学分？3个学分，3个。奇怪了，比国文、英文佫较少啦。啊，你这是啥物系啊？安尼讲台湾文学系哦。啊，比你啊看，咱外文系以英文为主，所以人就加强英文，拢总30个学分啊。啊，台湾文学系。结果呢，本土语言的必修课佫比国文较少啦，夭寿啊！啊，你是中文系还是台文系？安尼敢有道理？当然嘛无理。啊，实在讲，为啥物来安尼？当然原因真济啦，咱时间无法度完全探讨的。但简单讲就是，第一，即个师资有问题嘛。讲个歹听，即个师资就是拢义军呐，拢中文系毕业的走来遮咧献位的啦，啊、哦，来遮咧献位啊，来遮咧抢资源的啦。第二，就是观念无清楚嘛。啊、哦，因拢就是感觉讲，啊，即马大家拢惯使用中文啊，啊你。
啊，那讲啊，中华民国的维持现状，各位恁听得落也袂落？当然，你讲过渡性、阶段性，哦，啊，暂时安怎，迄个 OK。但是咱有一个目标嘛，咱未来要往啥物，咱也有一个目标啊。啊，你袂当讲啊，到即马大家华语都用遐惯习惯习吼，啊，所以咱来继续落去。实在讲啊，迄是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啦。啊，算唔当伊个中文才会晓，啊，其他的母语都袂晓嘛。所以这是既得利益者嘛，就甲过去遐中国遐保守派呢，伊要维持迄种科举的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同款嘛。啊，考调的人当然嘛维护迄个制度，哦，安尼才会当有个既得利益嘛。啊、哦，啊，所以呢，你也看。台文系的课程啊，128学分内底，讲干呐，针对台语的，3个学分必修啦，安尼敢有道理？啊，啊，这我伫下人内底定嘛咧，敢反映，敢抗议，这安尼无合理啊！啊，因都就亲像国会同款呢，啊，因都只个多数霸权呢，多数的即个暴力呢，哦，假民主咧，就无爱，拢无爱互你过啊！哦，啊，就想空，要报鸟鼠啊弯呢。啊，像即届这，因这个人就伫遐连续讲哦，讲我安怎，啊，这人本来就是中文的既得利益者，又有啥物资格出来讲台语安怎？啊，好，啊，过来，咱过来举一个例啦吼。咱拄则是就课程来讲，伊无合理，啊是来讲，生态，因为有我伫遐伫争取。所以对母语部是算较好啊呢，伫各大学内底算有较好啊。安尼啊，其他个佫愈惨，完全拢无开课嘛，有一大堆啊，拢食一个名尔，咧抢资源哦。佮来咱来看政大佮清华的台文所的情形哈。政大台文所即摆就是陈鸿明做所长啦，啊，即个清华台文所哈，啊，咱来看啦。这两个叫做台湾文学研究所啦，啊，咱来看卖咧吼，因咧系有开台湾语文的课无？拢无啦，你啊看伊个课程拢无开啦。啊，因的入学课吼，因的硕士班的入学课，咱来检验看卖咧。伊的入学课是啥？政大吼，伊考五科啦，对五科，第一国文，第二英文啦。伊的国文是北京话哦，唔是台语文哦，哦，伊的国文是北京话哦。第三，台湾文学史；第四，文学理论甲批评；第五，中国文学史啦。你是台湾文学系还是中国文学系？啊，是安怎？咱台湾文学系得去看中国文学的迄个看伊食清，得去考试，得去爱考中国文学。啊，你他唔规矩去考西洋文学，哦，安尼唔是个心胸较阔，眼光较大，哦。啊，过来，咱来看清大台文所。伊个硕士班的入学课嘛有4科哈，第一台湾文学史哦，这 OK。第二嘛是同款，中国文学史。奇怪呢，太多拢在考中国文学史。第三英文，第四文学评论啊，文学理论甲评论批评啦哈。各位啊，伊会当考英文，但是唔愿考，无爱含红选择都无啦，含红选讲我要用客语，要用台语来考。诶，这种选择都无，安尼敢有道理？咱比英文较输呢。咱唔是讲咱反对英文真重要嘛，爱学。但是呢，安尼敢有公平？你也唔是英文系啊啦，吼、哦，你上无好，你要考外文 ，OK。但是你本土语文，你是台湾文学系，你照讲你嘛要考本土语文啊，爱互人发挥的空间啊，是安怎拢抹杀掉咱这使用本土语文的人的权利啊？啊，过来，咱来看一下博士班，啊、哦，你看政大伊个博士班的入学课，第一专业外文、英文、日文各50%啦。你也看伊个博士班是英文、日文拢爱考啦，各50%啦。啊，咱台湾语文就对啊，因眼中无咱台湾语文呐，安尼敢对？啊、哦，过来第二门课哦，台湾文学史这 OK 啦，啊，文学评论嘛 OK， 但是你看。一个台文所竟然干呐要考英文、要考日文，啊，说本土语文唔免呐，啊，啊，过来，咱来看伊毕业的语文要求哈、哦。你要呐台文所，你若要毕业，啊、哦，有要求，啊、哦，语文的要求，还有啥物款要求？咱来看，
政台台文所伊要求第一英文爱中高级啦，第二爱搁有一个第二个外语啊。啥物叫做第二外语？就是英语以外，比如讲你要日语、德语、法语拢会使。啊，台语会使无？袂使，伊讲拢歹势袂使。啊，这毋是糟蹋咱台湾人吼？啊，这拢摕教育部公家资源呢？安尼敢对？啊，过来，你看清华嘛是啦，英文甲第二外文，得甲第二外语啊，你看，安尼哪会对？啊，这得拢食台湾米，啊，咱俗语讲，食碗来洗碗外啦，哦。啊，所以你看，咱摕这具体的数字出来嘛，予大家来评判，哈、哦，安尼敢算是台湾文学系？你啊，人日文系，人会加强日文；英文系，人加强英文，哈、哦。罗西亚数，人会加强这罗西亚话啊。这本来就天经地义的代志，这是专业训练的代志，甲市民客迄两回事嘛。结果因就拢讲，啊，你这吼袂当要求人来学。袂当要求着爱台湾语文才毕业啦，吼、哦！你安尼就是讲心胸客，啊奇怪，要求英文、要求日文拢无要紧，啊要求台湾语文就袂使。啊，这包括伫阮遐嘛是这个现象，我即摆还佫伫争取的呢，还佫干抗争啊！啊，阮遐嘛是同款呢，啊，对本土语文拢唔要求，啊，好，啊，佫来，咱来看资源分配无公平，哦。咱拄则讲诶，迄位课程，啊、哦，位小学甲大学，还是讲位台文系课程来看。过来，咱来讲伊资源安怎分配无公平。即、這个咱诶本土语文吼、哦，长期以来受着即个国民党国语政策诶即个危害，啊、哦，地书讲真济，啊、哦，拢强要断种去啊，啊，啊，当然，差不多十年前开始有即个原住民族诶即个委员会，啊，搁即个客家委员会。有即个成立，即种真好，吼、哦，会当帮忙来救即个原住民的话，也是讲救即个客语。但是呢，除了即两个族语爱救之外，啊，咱其他台语敢毋免救？台语敢着无危机？啊，啊，咱即摆来看卖呢，以去年2020年的即个资源分配，吼、哦，即、這个预算的分配，咱来看卖呢，吼、哦，看安怎无合理。华语当然这都免讲啊，华语因为百官打拢嘛也有算吼，也资源上济啦，这武汉大吼。咱来看吼，原住民族语呢，原住民族委员会呢，去年拢总有算是偌济，72.5亿啦，72.5亿哦，吼，唔是块哦，是亿哦，吼，72.5亿，所以画出来是遮悬。啊，客家委员会偌济，去年是27亿，吼、哦，27画出来是安尼。啊，咱台语伫底，这图画袂出来，因为生少啊。哦，干那即个勉强会当算，干那教育部内底有一个国语委员会，国语委员会伊内底有分四组，有华语组、哦原住民组、客家组、甲台语组。哦，啊，咱有算上加两个台语组，一当差了偌济，差不多2000万呐。啊，2000万加人这亿个来算哦，因为生少，所以画袂出来。哦，啊，过来，咱讲卖甲客家比嘛，卖甲原住民比。干那甲只新移民，只所有的外籍新娘来比就好啊。咱搁一个外配基金呐，吼，外配基金一档偌济，有3亿，或者新移民来学语言，来啊做一寡文化的认识等等安尼，一档有3亿啦。啊，咱台语伫底，我讲个2000万尔啦，咱比外配较不如啦。安尼敢有道理？资源安尼分配敢对？欸，今仔日啊讲吼，咱校教育就拢讲台语啊，媒体嘛拢讲台语吼，安尼咱唔免特别预算，无要紧，即咱能接受嘛。但是咱即个媒体大多数拢讲啥，拢讲北京话较济啦。即卖教育，咱拄则嘛看，大多数拢讲北京话较济啦。啊，咱台语即卖呐，求到厝内底，甚至厝内底爸母、阿公、阿嬷都拢对孙仔讲北京话啊咧。结果咱干安尼资源尔。我阁记一个咧，譬如讲认证就好啊。人客家原住民真早就咧办认证啊。人客家吼，你爱考过呢，学生考过，阁有奖金呢，1500的奖金通领呢。哦，啊，咱台语认证咧，进前咱咧努力，哦，真无简单。哦，本来讲2000年要办，结果迄个红手条甲你
较早伫地方因甲你有先冻掉去，哦，啊尾啊好啦，讲有办啦，旧年到甲旧年才开始办啦，哦，安尼敢有道理？人客家原住民已经做遐久，啊结果咱呢，拢无，啊，啊这就是啥？资源分配无公平啦，哦。啊，所以呢，咱拄则嘛讲过啊，哦，联合国啊，教科文组织啊，有公布即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啊，佮有即个国际笔会，佮即个 NGO 非政府组织，伫1996年嘛公布即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伊内底拢伫呼吁讲，咱有权利要求用咱的母语来受教育啦。我若囡仔要为细汉、小学佮大学拢受客语的教育。迄是我诶代志啊！你袂当甲我讲哦，你用客语着较短视，啊，着爱用华语较安怎？哦，你袂当甲我强迫啊！咱会当互选择是嘛？啊，这是人联合国也好，是国际上诶主流诶声音是安尼呢？结果咱诶政府咧，伫遐个歪错事实，包括咱媒体嘛，伫遐个歪错，吼、哦，讲咱用这本土语文着是新兴作客语，敢若袂输着爱接受因，哦，爱接受华语，啊，接受去做中国人，较是新兴作快，敢安尼？哦，所以呢，顶面咱才是针对即届的即个翁义士抗议黄春明即个代志呢，啊、哦，前后做一个补充，包括伊相关的问题。啊、哦，黄春明伊安怎呢？伊讲台语即无书写，哦，无安怎，即拢毋是事实。包括伊讲吼，啊，即台语呢，伫学校教呢，即增加学生囡仔负担，即嘛是恶白来啊。那正讲的增加负担是啥？是文言文啦、啊。是汉字啦，是遐啥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啦，伊敢有站出来讲话？即摆教育部嘛作要求呢，非法搁要甲高中内底增加即个啥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啊，用硬拗的呢，无合法的程序要甲你硬叫你来学遐四书五经的物件。哦，我讲四书五经当然咱个人对咱袂反，你有兴趣安尼去读，就亲像圣经同款嘛，有的人爱读圣经啊。哦，为人爱读《可兰经》啊，哦，啊你若讲哦，四书五经做，啊那你圣经嘛甲列入来必修，啊、哦、啊，这就是啥？伊要中国化嘛，要去台湾化嘛，哦，过来咱接续，咱就要讲，这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啊，啊、哦，咱即卖要争取台湾的独立，当然政治上咱有足侪方法啊、哦，包括咱平民政府咧，而且这种方法，这嘛拢真好。哦，咱用真侪方面来试吼，但是除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外，咱嘛要注意到文化独立的重要性。这两个是爱相近的，吼、哦，袂使讲干了政治，嘛袂使讲干了文化，这是两个是相近的。相近的时阵，咱建国出来呢，较久长啦。啊、哦，我就简单来讲一下吼，讲、哦、一下这个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啊，这当然就爱为这个。汉字文化圈来看吼，啊，这嘛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研究呢，针对这个越南、韩国，因是安怎会当脱离这个中国啊来独立哦？啊，当然这足重要，其中一项，伊会当只采，就讲伊独立呢，会当定根只案呢，当然甲伊的文化哦，会定根有真大的关系哈、哦。来，啊，咱即马来看卖来吼。啊，这是所有的这汉字文化观众过去啊，还是讲即卖还够在用汉字的这些国家呢？哈、哦，咱那个看这这个汉字文化圈，包含日本啊、韩国、朝鲜哈、啊台湾、中国、越南啊，甚至新加坡嘛，咱勉强算落去哈、哦。啊，咱来那个看哈、哦，为宏观的角度来个看啊、哦，你也看目前独立的政、独立的国家，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越南也好，基本上伊语言文化嘛拢独立的，啊，伊政治上独立，啊，伫语言文化嘛是较独立的。但是你若看吼，中国内底其实还佫有真侪少数民族，啊，包括啥物壮族啦、苗族、瑶族啦，吼，啊，遐因伫政治上敢若是一个自治区尔，啊，因伫文化上咧嘛同款，因咧对家己的语言文化嘛无足坚持，即摆嘛大多数拢用北京话，啊。所以你也看，伊伫政治上、甲伊文化上，某种程度是有正相关啦哈。当然，咱毋是讲啊，一定着对一个先，到底是先政治独立，
还是新文化独立，这真歹讲。总是呢，咱即摆看起来是有正相关的一个情形啦吼。啊，咱即摆来看一下这个韩国啊，这是现出是韩国文字。我想这大家也无青分啦吼，因即摆人真侪这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啊、韩国歌，大家拢最爱看、真爱听啊。所以人嘛，甲伊韩国文先煞甲传播出来吼。啊，这个像这是伊近代韩文，咱来咱看，伊差不多全部拢是用韩文啊，因为叫做韩语吼，韩文。敢那一挂关键词吼，伊较会用这个汉字，像这两国论，这差不多近前十几当前咧，拄好李登辉前总统咧，啊咧讲到这两国论的时阵，啊因的这报纸有报吼。啊，其他除了少数人名啦，啊种专有名词有汉字之外，剩的因拢差不多用因的韩文啊，因的字母哈。啊，这个韩文是安怎来呢？咱嘛来简单来小讲一下哈。过去这个韩国呢，因拢是用文言文啦，啊，用真久，用几啊百冬啊。啊，尾啊呢，因的一个李朝、李世宗的因的皇帝、因的国王呢，李世宗国王呢。伊就感觉讲，嘿，咱韩国人呢，拢用这种文言文来写吼，都无，拢较袂写拍就对啊吼，写都写袂出伊韩国人的感情，所以就要求这些韩国学者呢，去研究讲，要安怎用一套足简单，可以当表达着咱的韩国人的感情的文字出来，通去书写咱的语言啊，啊，伊就找一群人去研究啊。啊，当然尾啊，伊有研究出来吼，啊，伊就伊伫1446年的时候就公布即个训民正音吼，训民正音就是讲，为即摆开始呢，咱爱用即套即、這个啊，咱家己创作即个韩文吼。啊，即训民正音呢，伊有两个版本吼，啊，伊这是即个汉字版加即个汉字加即个韩文两个男做伙版本吼。啊，伊用即个文言文呢，当然主要是要遐个。旧的文言通去看有啊，所以有做两个版本吼。啊，这个内底呢，分明怎样写啥？伊讲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以文字不相流通，故移民有所欲言，而将不得心机情者多也。意思讲啊，咱韩国人的语言甲中国都无同啊，啊，咱硬要用这文言文写都写袂出咱迄个气口出来咧，哦。所以呢，伊就想要去推测这个韩文哈。不过呢，伊也未正式公布进程，就开始有一挂文言文的既得利益者出来反对啊。遐看哦，身为李朝的国王李世宗，伊是迄一国的国王呢，伊要推行韩文，煞就有伊下骹手人起来反对啊。啊，什么款的人？就遐汉文言文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有一个叫崔万里的呢，伊伫1442年二月，伊就上诉反对啊，伊上诉予李世宗讲反对推行这个韩国语文，为虾米？伊的理由啊，讲五条自祖宗以来呢，自成时代一准化者，哦，咱自古以来就拢用这中文啊，拢对中国行啊，他会使用这家己的物件，啊，这种心态就是啥？就甲咱拄只讲的，迄个越南的陈重金所讲的，还是说是讲咱即卖台湾人嘛是同款啊，看清台湾的历史，看清台湾的语文，看清台湾的物件，啊，干那伫遐抱中国的物件，以前韩国嘛拢有拄过啊，即个经验因拢有拄过啦，吼、哦，所以呐，真济啊，吼、哦，伊拢就是咧讲，即韩国你世宗国王虽然你是讲啊，但你做即个文言足无水准的，用即种。唔得用文言文靠水准，就是拢一种心态啦。甲黄春明拢同款，啊唔得用中国语文靠水准，用北京话靠水准，甚至甲阿骂，佮用北京话甲阿骂呢？各位啊，伊唔是用台语甲阿骂呢？今仔伊来用台语甲阿骂，我佮无要紧，用北京话吼甲阿骂吼，我爱来甲告咧，因为伊用北京迄加重诽谤，你知道？哦，佮用北京话，我就上讨厌北京话，你佮再用北京话甲阿骂，哦，所以伊这是啥？要甲你糟蹋啦。意思是讲。因中国人呢，用北京话骂拢无要紧啦。啊，你若郑鸿仪哦，恁遮台湾人哦，用错三字经、台语三字经哦，就媒体就要甲你修理啊。啊，结果咧，当初是你修理郑鸿仪遐个人，啊，敢有同款的偏好咧修理黄春明？无啊，
敢若袂爽北京话骂人拢无要紧啊，啊若用台语就袂使，啊这就是啥恶习啊。所以这情形呢，韩国越南拢拄过啦，啊、哦，啊这个拄则讲的吼，这个韩国呢，李世宗伊咧推行，啊、哦、啊当然下骹的人就起来反对啊，啊起来反对呢。尾啊，李世宗过身矣，吼、哦，正十当了过身矣了的，因为呢，宫廷内底来斗啦，伫斗争啦，啊，斗争的时阵就会写乌函嘛，啊，写乌函呢，真侪人拢用这原文写，为啥要用原文写？因为较简单，你若用文言文吼，捌的人无几个啦，要写好无几个，所以用原文较简单，所以当时呢，就真侪人用迄原文咧写乌函，啊，尾啊呢，有一派起来得政了呢。摕到政权了，伊讲吼，当初就是遮个人拢用迄言文咧甲写写乌函，甲批评咧，安尼袂使。咱爱掌控即个媒体，就古早媒体就记迄出版嘛吼，讲咱掌控文字，袂使一般的老百姓会当用遐简单的文字，伊若用遐简单的文字，就去传播因的思想，传播因的想法咧。所以就要甲掌控嘛，所以就下令禁止使用言文，袂使阁用。敢那用文言文，伊安尼敢那控制嘛？哦，愈少人会晓捌字，愈少人看文字，是对执政者、对统治者上好个。所以伊就甲禁止。所以虽然一四四六年伊有公布要使用，毋过尾啊，就用拍入冷宫啊，三四百当来，拢无人要，足少人会用啦。敢那豆豆啊伫流传，就亲像咱即摆台语文去用打压共款，就剩一挂草根社团、一挂较坚持个人，豆豆啊伫流传。当时这个韩国语文才出头，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代志啊。日本人来统治了呢，这个韩国人当然我要起来反抗嘛，安就开始思考诶。啊，咱要反抗，要进行这个教育，国民教育，要进行这个民主思想的传播。啊，你要用啥物文字？你要用日文，这个无合咱的民族精神呢？啊！你要用文言文，文言文捌字的人无几个咧。伊那想啊，过去咱的祖先李世宗咧，伊有设计一套言文，啊，无咱就摕这套言文来用。所以是安尼，二十世纪以后呢，因才发觉醒啦，才开始讲话讲啊，这时代无同啊，含中国因拢开始无要用文言文，拢要进行白话文的运动啊。所以因才讲话啦，感觉讲啊，咱就爱用韩国人的语文做主体。啊、哦，所以呢，1945年，因独立了，因就宣布恢复使用韩文做因的正式的文字。所以你啊看，因会当坚持，唔呐坚持呢，伊搁伫联合国设一个啥，世宗大王的文字读写奖啊，因要搁promote因的这个韩国的韩文呢。啊，你啊看，咱韩国人对家己的母语、对家己的文字有信心吗？啊、哦，人嘛无讲1945年以后，哦，啊，咱到日本，哦，互日本统治遐久啊，日本用遐惯势啊，无咱继续用日本好无？人无啊，人恢复使用家己的母语啊，所以毋只当创造今仔人个韩国即个韩流，哦，韩国个电视剧、韩国个戏出，伊个文化产业会当伫世界上发光，会当请个啊，人就是对母语有肯定、有自信嘛。啊，咱台湾人做会到无？啊，过来，咱来看越南的例吼。好来，咱先互各位看这首诗啊，是啥物人写？伊讲吼，身体在乐中，精神在乐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爱大吼，更爱大嘛会使吼。啊，这首诗是啥物人写？啊，唔是中国人哈，这是胡志明哈，越南的这个国父哈，胡志明啊，伊从关伫人啊底的时阵吼，关伫监狱内底呢，伊所写的乐中日记哈。啊，伊为什么从关？伊有国民党来关，迄个中国国民党来关啊。啊，伊当初是去中国要找资源，要啊，希望中国会当甲伊斗三工哈。啊，这个中国就蒋介石感觉伊是。共产党的要白啊，吼，所以甲掠起关关一冬瓜，吼。啊，这个胡志明，这一写啊，伊用汉字啦，但是伊读，伊是用啥物读？伊是用越南话读，伊毋是用北京话吼。所以咱就爱分得清楚，汉字
甲中文是两回事吼。啊，用写汉字无一定用读北京话吼。譬如讲像这正耶稣，啊，像这呢，你若韩，那即个越南早前，啊，是讲韩国早前的即个古文人呢，伊嘛会当用越南话，啊，是用韩国话来念，吼。像讲呢，即个，啊，这中前明月光，吼，啊，若是越南话内底呢，伊就讲上殿明月光啊，啊，耳提嗲腾声，孤独望明月，低头低高峰，啊，这是越南话的即个念法，吼，就是讲。因为古代文人嘛是爱读遐四书五经，啊、哦，所以即个文言文呢，越南话嘛会读一，啊、哦，啊，所以话，咱台语界个话讲，啊，这是不是东西吼、哦？干那台语会读一尔，其实唔是啦，不止台语会读一吼，越南话、韩国话嘛拢会使吼、哦。好，啊，咱来看卖，看伊即个越南呢，伊的即个简单的一个历史背景啦吼。伊、哦、上早呢，公元前111年。吼，到公元939年呢，是受到即个中国直接统治。啊，伫中国直接统治之下呢，当然伊是用汉字啊，吼。过来939年，到到1862年呢，这段时间是中国藩属国，吼、哦，伊有独立王朝，毋过三代五代去中国朝拜，哈、啊。啊，这个时阵呢，伊嘛是选择用汉字，但是呢，民间开始出现叫做字南字、字南，吼、哦，南字就是南方的文字的意思。哦，咱等下咱看啥物叫南字吼。啊，然后到17世纪时开始有即个罗马字啊、哦，但是伊个官方呢，嘛要是使用即个文言文。啊，即种情形就亲像讲，啊阿扁啊执政个时阵，啊嘛是同款使用中文做正式个文字啊。啊，嘛无予台湾个本土语言文成做官方语言个一个机会吼。过、哦、来，1862。到到1945年是法国殖民地的时期，啊，当然伫法国殖民地的时期呢，是以法文为主哈，啊，但是呢，法国人呢，伊有引准越南人，甚至伊嘛鼓励越南人讲，无你小学的时阵呢，互你学越南话话紧，啊，但是你学越南话时吼，爱用罗马字，为虾米？因伊要教越南甲中国切落断啦，伊无爱互越南人去读中国册，你若读中国册，就较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呢，伊是双语政策。伊伫小学时阵，互你有越南话甲法文平时拢学，但是你越南话得用罗马字来学。啊，当然伊个目标是豆豆甲你过渡去做法文啦。啊，所以你若学愈悬了呢，法文的时数愈来愈侪，啊，越南文就愈来愈少吼。啊，到到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了呢，伊就全部用恢复使用母语越南话，啊嘛使用即个罗马字。过去遐汉字、字南字，也是讲法文，规个拢废除掉去吼。啊，过来咱来看伊文学史观，啊，伊文学史观是安怎呢？因认为呢，伫即个因建立王朝以前遐呢，因遐是中国一个统治，所以越南文学也无存在吼。啊，遐个中国人写的，伊认为迄根本就毋是中越南文学，迄是中国人。伊个史料，伊统治越南所留落来一挂史料尔，伊个当作史料来看待吼。啊，过来，那讲到古典的越南古典文学呢，伊主要呢，伊个以即、這个像讲元儒吼，啊种何酸亨，即个因较有名用越南的字南所写，作为呢古典文学了，对啊。啊，啊那是迄挂文言文写的呢，尤其是。中国人，也是讲越南人去模仿中国人写遐咧，伊认为遐毋是越南文学嘅代表啦。伊认为遐啊，迄个中国文学嘅特色嘛，迄无因越南嘅特色啊。哦，啊，咱来看卖吼，即、哦、汉字嘅部分吼、哦，越南人是安怎来看待即个汉字呢？你情况吼，伊讲，那迄寡无越南精神嘅吼，敢若模仿中国嘅遐呢，因呢拢感觉迄是当作史料尔，毋是越南文学。啊，正讲越南文学嘅呢，来像李尚吉吼《南国三河》啦，啊是讲像这李万修嘅《大越史记》等等呢，吼、哦、有凸显因嘅越南精神呢，迄个是吼、哦。啊，然后因越南人安怎看待汉字，啊，这嘛是当互咱参考吼。越南人用汉字用2000冬啦，啊，你啊问讲越南人汉字是中国字还是越南字？一定讲迄中国字啊。啊，有人讲，啊中国字你佫要用？嗯，还是国不离疆，你从通知的时阵，你当然你得用啊。
哦，迄是伫迄个时阵当作是工具啊。就亲像讲，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嘛用英语啊，但是英语对我来讲是工具尔啊。但是台语对我来讲，迄是母语啊，母语是有文化传承、有语言、有民族族群的认同的功能啊，就不只是工具尔。所以对我来讲的时阵，伊认为汉字迄是国母语种暂时之下咧用嘛，所以呢，因呢古早时阵有用汉字写，但是只要你有台湾越南精神，伊就呢 OK， 迄嘛当算越南文学。但是你若无越南精神呢，完全咧模仿中国写的遐作品，伊感觉迄就无需要讲啊嘛，迄就毋是越南文学嘛，啊，所以呢，虽然因认为，就讲因有使用汉字，但是因分甲真清楚。是工具，也是讲文化认同的媒介，这是要分得清楚哦。啊，所以因坚持呢，什么是越南文学？当然就是越南人啊、哦，而且要用越南话写，迄才是越南文学啦。啊，那无迄，迄顶是中国文学尔嘛。啊，对咱台湾的启示是啥？咱即卖台湾文学界嘛，足悲哀的啦。甲一寡呢中国人吼、哦，来咱遮探勘啦，吼、哦，像讲。即个义勇河啦、蓝挺真啦、吼、拉丁元遮个人啦，啊，因着来，迄中国官啊来遮探勘一下，当伊写一个哦，台湾生做啥形，硬变，啊，讲迄着台湾文学个代表性啊，讲迄着台湾个古典文学啊，迄完全无台湾个主体性啊。那照伊即种定义吼，安尼时阵呢，请司马辽太郎十当前无来访问李登辉，对无？啊，伊当嘛写一本册，哦，有关台湾个册。啊，咱嘛当讲迄是台湾文学啊！啊，你是要讲伊是台湾文学，还是日本文学？啊、哦，所以迄是日本文学，但是伊有去海外，可能去写着台湾，是安尼尔嘛。但是咱说甲遮个中国人个物件，所以当作是主体性，真害呢。啊，颠倒咱在地用歌词写遐文学，所以拢无讲着，所以拢甲淡掉，这是足奇怪个啊！哦啊，像你看人越南咧，伊若讲到古典文学，一定是越南文学做重点。就亲像讲，咱台湾若要讲到古典文学，应该是甲歌册遐摕来做重点较对啊。他会拢甲遐中国人写遐古诗古文当作是咱的重点。哦，啊，像这就是越南的这个字南吼。啊，像这是咱台湾的歌册吼。啊，好是像这好是蠓仔大战歌吼。好，啊，这个，时间真有限吼，我这部分吼，简单讲一下吼，就讲这个字南呢，虽然讲伫越南出现真久吼，不过呢，伊拢无法度真做正式的地位啦，啊是安怎？当有一挂原因嘛，咱简单讲，第一就是讲，受到中国的这个汉字开始正统，汉字开始正统，剩的拢是无水准的，这种观念的影响啦，啊。啊，第二就是讲受到科举制度的束缚，哦，因为你有科举考试嘛，哦，啊，就维护迄个汉字的既得利益啊。第三，因为字南吼嘛歹学啦，伊比汉字佫较困难，通常伊是两个汉字佮斗做一个新的字南字啊，所以困难度佫较悬吼。这部分吼，咱时间有限，咱就先跳过吼。咱先讲越南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学吼，越南面的文学。论证甲咱台湾差不多一模一样。二十世纪初的时阵，咱台湾讲，迄当时的人伫论讲，到底咱是要用台湾语文，还是用中国语文，还是日本语文？吼、哦，要来用对一种来书写。越南早前嘛是要用法文呢，还是要用越南罗马字，还是要用汉字，还是要用越南字？迄伊嘛有咧思考吼。不过呢，人尾啊感觉讲，汉字就卖用啊吼，越南呢嘛无好用，虽然是因越南家己创造，不过无好用。啊，这内底呢，虽然讲法文呢，因某种程度会用，但是因是甲当作是工具尔啦，哦，并毋是文化认同的吼、哦。咱譬如讲啦吼，伫、哦、即个主张越南文的呢，通常伊的即个教育背景呢，会当分作即、这个啊、汉南或者是罗马字派啦吼、哦。啊，较传统的遮呢，啊，即旧的文人当会主张汉字啦，啊，若是受到即、这个。新式的法文教育的呢，通常拢会较主张用这个罗马字吼、哦。啊，咱这个，这新生代呢，啊、哦，因虽然受法文的教育，法文嘛真好，但是
拢认为呢，法文呢，即个可能无电脑款。啊，因感觉法文呢，只是即个越南人呢，要建立现代化文明化的工具之一尔啦。啊，啊，越南文化呢，从基到尾呢，啊，嘛是要建立伫语文顶头。啊，譬如讲啦吼，像这是迄当时发行的报纸叫做《越南文》吼，像讲这个范景呢、范娟呢，伊就讲吼，伊伫1930年《南方杂志》内底伊就讲吼，讲总之呢，咱的国学袂使脱离国文呐，若无国文，就无法度成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过去无应该用汉字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咱越南国要建立国学，就要用越南语文才对。虽然伊本身法文写作嘛足好个哦，哦，啊伊个作品嘛有法文呢，啊嘛越南文，但是咱敢出来安尼讲，咱讲咱真用法文，迄是国不二疆，但是咱长期落尾是要建立啥物款个越南国，咱也有咱主张出来嘛。可惜台湾个作家有即种勇气无？黄春明有即个勇气无？无啦，哦，啊，所以呢，咱来讲吼，市民这语言到底是暂时个工具，还是讲咱将？的目標咱要分得清楚，暫時的因為就無法度嘛，好 OK、哦、咱就暫時用，但是咱長期就要希望要恢復咱母語啊，這應該要有一個目標啊、哦、再來最後這10分鐘我簡單也來補充一下、這段越南的歷史、啊、這跟咱台灣也很像的一個有關係的一段歷史、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哈，这个麦克阿瑟呢，啊，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到台湾以及去越南北边，啊，接受这个日本军的投降。结果咱后边这蒋介石去越南的这完全拢唔敢讲，为啥咱唔敢讲？闹亏台啦，啊，这闹亏台，咱大家讲出来，啊，多利用这个机会，让各位了解一下吼。啊，这在这个1945年8月15日进前呢，日本还未投降的时阵呢。胡志明就听到风声啦，所以伊当时就真积极要准备游击战。所以当这个日本随投降的时阵吼，伊就随伫越南的大城市发动起义。咱即摆看到这是越南地图，一点一点红红，迄个迄当时发动起义成功。所以因伫越南呢，因为叫做八月革命啊，甲望堂谈啊，尤其你喺越南，你也看到迄路足侪大条路，拢叫做甲望堂谈革命，八月革命的大道。就是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呢，因伫短短两礼拜，随即、這个起义吼，啊起义了呢，伊就随宣布即个越南临时政府的成立，啊、哦，然后接续伫9月7日呢，随宣布越南的即个独立。啊，为啥伊卡手遐慢？因为伊知影讲，麦克阿瑟呢要叫蒋介石来接收越南的北边啊。啊，真正有料到啦！啊，蒋介石呢，真正八月底就开始派20万的军队吼，陆续进入去到越南吼。咱即摆看了，这是即个1945年呢，蒋介石的军队来到越南的海防的相片啊。啊，这是伊的部队呢，要进入越南河内的相片吼。啊，这是伊的部队伫海防接外的相片。啊，南边呢是由英国的军队来接收吼。啊，这呢。是迄当时越南游击队伊所做的即个警报器，要通报讲吼，啊，即个蒋介石因军队呢走甲倒去啊，吼，啊，即个蒋介石迄当时派罗汉吼带领20万的军队去到越南，啊，啊，迄越南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差不多甲遐中国军来甲台湾，差不多发生拢同款啦，到迄边吼，遐军队的纪律足歹啦，啊，要食唔付钱啦，要坐车唔付钱啦。面型阿爸啦，歹代志做甲一大堆啦，引起当地人反感啦。啊，蒋介石佫要求胡志明讲吼，我这20万大军呢，只爱穿的用的，拢你爱买单，拢啊你爱付销。啊，啊佫爱大批黄金啦。啊，所以迄当时呢，越南因拄啊战争结束，因佮南北的铁路中断，佮修行无好，农作物修行无好呢。啊，但是伊爱付蒋介石遐个。粮食的，所以就去收割百姓的粮食。那百姓煞无物件通食，听讲头将近200万人夭死啊！啊，200万人间接用的安尼怎夭死啊？
啊，增加这五纳金，要求人付大批黄金粮食之外，佮介入这个越南的内政，要求讲哦，你临时政府呢，你释出一半以上啊，偌济一定的比例按让互我去亲近中国共产，中国国民党诶，哦，因迄当时嘛扶持这个越南的国民党，哦，啊，你这副主席按让出来，爱互我的人，哦，增加这个人去做，所以要介入人越南的内政，当然。即阵乌金就讲啊，你这吼，若个你店家落，我单越南啊变恁中国个，所以甲店家甲霸占掉，无要走嘞。所以呢，尾下伊就想一步，私底下去找法国啊、哦。想到这一步呢，伊就私底下找法国讲吼，安尼啦，你法国来当帮衬我吼，甲这个蒋介石军队赶走吼，我愿意加入你法国联邦啊。啊，但是我有独立的财政，独立的军队。啊，我正做你的一部分啦，用安尼来交换就对啊。啊，所以当时真侪民间真侪唔知啊，谣传讲胡志明呢，佮要出卖越南，吼、哦，然后要法国佮重新来统治。啊，其实是无法度啦，无法度的苦肉计就对啊。啊，即、這个法国当然听着讲真好咧，所以咧找蒋介石私底下参详。啊，尾啊，法国嘛开出条件讲吼、哦，你若蒋介石愿意放弃为越南撤军呢？啊，我呢就放弃过去吼、哦，咱以前签的遐无平等的条约啦，遐拢甲付掉，吼、哦，用安来做交换。啊，尾啊，蒋介石想想，安尼嘛袂歹咧，哦，啊伊嘛需要军队，伊要甲遐军队调转去吼，啊，佮当摕到一寡好处。所以尾啊，伫法国的压力之下呢，蒋介石才伫1946年撤退，为即个越南北平撤退吼。啊，像咱即摆看的这相片，就是胡志明甲法国的。代表呢，在1946年3月7日所签的六三协定呐，迄协定就是咱拄则讲的，哦，就讲伊甘愿加入法国联邦的这个协定了，对啊吼。啊，这历史呢，这伫越南的高中的教科书拢有写呢，这毋是我黑白讲的啊。越南的高中教科书啊，历史这是历史的意思啊，第12册就是高三内底呢，你看，伊这拢有讲到，为北纬16度以上呢。吼、哦，蒋介石啊，交代迄个派20万的军队来接收，而且越南的高中历史拢有写着，但是咱台湾人嘛，大多数的人拢唔知，包括我以前嘛唔知，啊，是拄好几冬前呢，我拄好去越南做调查，啊，拄好拄到一个越南的老兵，哦，伊亲身捌经验过迄段历史，哦，伊较早嘛去拍游击队，吼、哦，啊，伊嘛是作家，伊甚至佫写一本书叫做《下南国队》。我的荷兰，荷兰就是因的首都。啊，这个我的荷兰迄本册内底嘛写着迄段蒋介石的军队翕伊内底啊，面型阿伯安怎共糟蹋，迄个历史拢有写出来啊、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啊，这段历史为什么在台湾伊唔敢予咱知，伊就闹开台嘛。伊非法占领咱台湾，就亲像伊伫越南同款，迄种赶走的同款啊，同款的历史咧。哦、最后呢，你也看，人越南呢对家己母语是安怎有信心？啊、哦，因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了，虽推动这个恢复母语，啊、哦，啊，大家叫大家在读会晓写，啊、哦，像这你看，伊平民一般人拢在学罗马字，甚至这游击队，这1946年，因咧派游击队，佮利用浪旁的时间，啊、哦，伫草坡、伫树仔卡，嘛伫学因的母语，人的精神是安尼啊。所以咱才能打赢伫近代打赢啊，即、這个啊、美国打赢法国哦，佮对抗即个中国，人就是安尼去做的哦。好，最后呢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哈、哦，最后就是要讲政治佮文化独立两个拢足重要哦，两个拢要兼顾啊。安尼时阵呢，咱的建国起来较会久长啊、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咱今仔日就先讲到这。啊，若有啥物问题，咱私下再个大家来做交流。哦，感谢大家，谢谢。起立。刘江，行来。谢谢，谢谢文江。
啊，各位学员请就座。起立，立正，起来，站起。各位建国学院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高雄州负责高雄州林义县，我今日简单来报告这高雄州一个月来较精彩，较感觉有表有做出来，我大家看得到的来一寡任务，来让大家参考我的介绍一下，或做大家来做一下指教，拜托大家来指教一下，谢谢。高雄州呢，是以大高雄过去的高雄县，甲今即摆高雄市的大高雄甲屏东县，即管辖是即个部分。面积呢，也未出来吼。杨富平，拜托一下。即个台湾，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是分作六大州，高雄州是上南边的，以大高雄目前的大高雄，甲屏东七县，即、这个面，中间八号的，过来，即、这个大高雄高雄州呢，分即、这个、以2010年底，我向的即火箭事务所。调查的人口呢，差不多有360万人，360万人。高雄市呢，以过去 ROC 的高雄市人口超过105万人，高雄县呢102万人，屏东呢超过87万人，总共加起来拢做做360万人人口，面积呢差不多有5720平方公里，这是高雄州的。人口的面积占台湾呢，差不多16%，16%，差不多全台湾的1/6吧，差不多吧，这是安尼。高雄州即摆行政划分呢，分作四镇乡镇呢，有60个乡镇，
伊以前诶屏东县甲高雄县有65个乡镇，十一区是过去的 ROC 的高雄市咧，有十一区，即高雄市只有十一区啊。高雄县甲屏东拢总有六十五乡镇，两个市是屏东市甲凤山市两个乡镇。哦，咱民政府诶介以后诶租金咧，分做四区，现为高雄市诶分做东西南北区。高雄县甲高雄县诶分做四郡，屏东诶分做三郡，拢总分起来是安尼，算七郡十一七郡四区，或者是行政组织，行政区域差不多安尼划分。那这个行政组织呢，咱一旦民政府是先州的话是厅，州的话是郡诶高雄州。即有十一郡的话，应该有十一个郡长。啊，郡长的即目前，我即台湾高雄市的差不多先找到两位尔，要九位的，所以也继续过来找这个郡长的人选就对。那迄个州长呢？州长以外，副州长呢？我即找到两位至三位。哦，那秘书长有找到一位啊，叫吴无雄先生，伊今日不过来。啊，副啊做执行长，就做李浩坤先生，今日不怪，伊前期拢来训练过啊。参议长是这个吴海默先生，伊已经来受训过啊。副参议长呢，今日来参加，我来甲介绍一下，这王先生，王团长，王先生，拜托介绍大家啊，叫副参议长。这我有两位啊，这一位，另外一位的。伊伫海外未当啊，已经来受训过啊。哦，是德国个，是海外一个小姐梁海伦梁小姐，将会改成长期第四期就来参加过。伊就会未当啊。哦，即阮即个副参议长呢，是报这两位，报即个中央。我即个咱国民请即个国民身份证，我已经把我高雄州个内阁甲参议员，我已经交予咱个中央个。林秘书长啊，希望啊，咱最期待进台湾人最期待的是国民身份证诶，一旦赶紧来发放，这是大家最期待哦。啊，需要咱大家配合的，阮高雄市应该会当来尽量来配合啦。希望啊，最后看为了讲六月讲是毋是台高雄市有发啦，到今无事实啦。人台东嘛咧问我咧，台南嘛问我讲。是不是高雄州呢？六月有发的国民身份证，到今日是还未实施的。我希望啊，如果在后月七月能够会让来发哦，我看是真好啦。这唔得下边，这是大家期待啦。哦，我看台湾来，大家在咱台湾的乡亲兄弟的姊妹，一定大家期待这个国民身份证。以我的看法啊，以今目前我高雄州这活动哦、啊，如果啊这個国民身份证哦、啊。如果以配额来讲哦，好，介先讲一周头个第一批讲一定讲要两百位的款。如果两百位啊，我看每一天就客满啦。我是来看啦，来看啦，这以后代志啦吼。过来，咱即摆我来用有票拜托在行政划分啊，行政划分呢、啊，高雄市啊，我即摆是用做高，伊就说写高雄县，应该是高雄区。中央区、小港区、三民区，哦，高雄区是新兴、前金、林雅、盐埕、基丁、高山，即算叫做西区。在中央是中央跟南麻坑呢，属于北区。南区是小港跟坚定，哦，三民区是三民区即人口，即人数36万人，即因为我人口翻起来差不多平均啦。左营区即个小港区的差不多是要40万人啊，哦，三民区说37、8万人，这个三区的人口会继续增加。原来旧的这新兴、前金、这林啊、盐埕、基丁、高山啊，这可能区的面积较小，已经差不多定下人口差不多40万人。所以以后如果发展起来，这四区的人口，我看以后的人口会接近啊。
伊这空间在发展了两三栋来人口接近啦，这是高雄市的部分。高雄县呢，分做凤山，分即嘛凤山市啊吼，大人、大虾、大手、大料、人物、交情、立门，这是我甲分做一群。大凤山有差不多32万人，这个、人物呢，这个、五群，这个、五二是大家乡镇，即、这个大家乡镇加起来这大人群啊。差不多到尾37万人嘞啦，即目前啊，所以即人口即会继续增加。凤冈山呢，甲基山呢，即分做南北，所以分做冈山甲基山做两群。屏东呢，屏东即是即个即屏东郡是屏东市甲鹿林乡甲万丹做一群啦，哦，即是屏东的隔壁啦，所以即做一群。潮州呢？潮州是算屏东的北边这边啊，做潮州郡。南边呢，因为过去是讲啊，是东港较出名，但是我即摆感觉垦丁啊，世界可能大家较捌哦，所以我用做郡垦丁郡安尼啦。这是我个人要甲报个中央这县政府划分，这组织安尼啦。好啦，即摆我高雄，我即摆过去，即摆开始活动个经验呢，我就有摄一挂相片啊。来，大家报告一下，和大家做，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来多多指教一下，吼、哦。我平，来到。哦，这张，这个相片啊，这张资料是等于讲是建车，建车这个四月级别，咱就去 AIT 加日本交流协会，迄就是一台建车。阮等于甲开去高雄了后呢，小可化妆一下，化妆就是四周围哦。弄下台湾民政府红的红纸，好做目标做明显。头前啊，就写台湾民政府边啊呢，有写主题建国。啊，这开出来，顶管有3、4支旗啊，一支这边是美国国旗，甲日本国旗，后边是咱边民政府的旗啊，甲美国军政府的旗啊，这开出来哦，即位阮开起叫做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的地方，左下角，哦，这张，哦，进高雄市政府怎么改制啊？高雄市行政中心，这单局啊，进高雄市单局在做哈、哦，我甲开一个头前先，我差不多有20张呢，我是加。做一张出来，哦，即只翕相啊，即是这高雄市的行政中心，哦，即一张。过来是伫屏东，我哩去屏东座谈会是屏东赤头，一张，即个屏东赤头的，屏东赤头，哦，屏东赤头，阮只只哦，即阮即我啦，哦，啊，阮只四位啊，五位去啦，阮五拢穿迄阵的，咱迄阵我高雄就做一领。汉山，我拢穿汉山去，这是在屏东赤头迄个。这我是想过计划，我要甲高雄市的赤头，甲高雄市警察局，拢要开来甲，来互因看一下就对了。你互 ROC 的这些政府机关看一下就对了。哦，这是我的以后我若过来是我若准备好我过来，再去互大家了解一下。来哦，这个哦，高雄市政府数位行政中心哦，这边较这边较大地方有看嘛？高雄市是政府数位行政中心哦，来，这边呢，这边我是高雄市的主立一路366号，我这一个副局长郭伟珠是伊个厝哦，免费提供我咱高雄就只做临时的办公的所在啦，办公的所在啊，即机拢两机拢查出来啊，甚至来过来，你即哦即个来个来，下卡丢。我这车，哦、我先讲这个好了。这台车，这有得卖，哦，机车，因为这回
我自那边四月二八了后呢，咱拄仔来检查，我迄阵四月一张一张，四月二八伊来检查，我是我家写 USMG， TCG 零四二八，我用四月二八日子呢做一个车牌，咱去台北迄个所在，我甲已经甲开出来啊，了我直接我开了高雄，拢无代志啊。即摆我了是我即高雄我有倒摆甲汽车拢有通做啊。即摆即有倒摆来讲，汽车来讲，汽车来讲，我即摆对 USMG 零零零一照顺序排，即已经排到二十一号去啊。即最少我话说三十外个已经有啊啦，三十外个又已经有挂即个牌啊出去。即摆啊出去咧，到即目前啊，差不多一个月啊，就咱四月二八去到即，差一个月啊，即一个月来啦，拢无发生代志。啊，一个有一个人哦，徛一带是个黄先生，黄先生哦，伊徛倒来去放伫咧，规排咱停车的所在哦，放了了是，即摆警察来抄货啦，可能有去抄看说，我咧机车有人偷的，抄看即台的时候，所挖了过。第二遍大个抄，搁挖了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摕伫叫做捷运站的迄个停车站呀，伊停的是即摆，伊要走啊，拄啊警察来，讲即台，即台车啥物人的？伊讲我的。迄、那个警察，我行了过，到即目前拢无代志就对啦。因为我即有大概一张准备一张护身符，就是啥，迄、那个板桥发生迄个杨龙龙迄个叫做。法官问就无起诉，就法官拢见炸了机车人。万一啦，讲警察问提着啥好看？啊，到今拢还袂好发现，讲有警察要看，伊就证件拢无啦。这是这个机车的代志。所以高雄哦，真啊，这个机车哦，愈侪人愈侪人来咧挂啦。甚至哦，高雄关咧驾驶，上驾驶上当兵，上当北平的驾驶哦，伊也讲要挂啦。我讲你挂你挂，我即摆看这个。看，愈是人挂，可能警察会看，目睭都会火气啊啦！我看会火气啊！啊，这是我高雄州的正做的这个动作啦，啊，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哦，这个就是，棒球电话的检测书，哦，检测官不起诉，处分书，我是讲叫炸一张，炸嘞吼！啊，下段是学倒来，啊，警察慢了，还调看。啊，我有甲大家交代，如果啊，警察想过头啰嗦，电话敲嘞。咱只建工兄弟啊，随时都打拢来，拢来现场啊，安尼哦，可能靠有一个泄力哦，看来警察也敢唔敢？啊，即目前警察是拢无动作，拢无唔敢讲问讲你是食不个食饱未，拢无问啦。哦，这是这我高雄这代志。过来，我即卖要介绍的是这个阮高雄镇目前的人员呢，我的成员的要求呢。介简单，我诶样要求是讲，十八岁以上查甫查某拢会使，拢会欢迎来参加这個，咱这华理建国会，哦，十八岁以上就可以啦。来，这個、学历咧无限，本来今日哦，拢总无读册，进七十五岁，因为临时有代志袂当来，伊也报名。伊讲就迄阵，因家庭迄阵在日本时代阵哦，家庭环境真歹，无钱通读册。七十五岁啊，都唔捌字哦，但是伊个理念、伊个观念足好，对咱个民政这理念哦真认同。本来今日来，后边一定来。伊我讲迄个，拢唔捌字，但是哦，伊讲话阮个地位哦，我话无输有读册啦。所以阮高雄哦，我这成员个参加条件哦，拢无分学历，甚至也有博士，阮只有博士啊。哦，啊，博士国外有、国内有，拢有已经参加阮的这个组织啦。这是希望看高雄人才看愈济，应该我今年目前我一个月来哦，我的相当哦，我看我一个月后边来，我看诶资料可能较济，可能较丰富啊。这是人员的诶选择啦。即下个以外咧，即、這个正。精力呢？哦，精力我是讲无分党派啦，啥物党派都可以。我即有民进党的党员，民进党党员，即说是民进党的主委过哦，少年啊做过顾问，即、這个人哦已经来加入阮高雄之外啦。哦，即哦做外派少年尔，已经伊摕到啥
西班牙语的博士去墨西哥啦，去南美洲啊，走几下走啊。啊，所以民进党伊足了解，吼、哦，伊是我资料，本来我检查来，伊都拄啊袂用啊，袂当来。以后有机会，等大家去介绍来，我大家熟悉一下。即我简单今日讲到这，因为我留一寡时间哦，咱台北州的陈州长哦，伊足要足精彩话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哦，简单好，以后有机会再去再见，谢谢，啊、哦，起立，立正，行嘞，请坐。一边有咱台北州的州长要给咱做清采演讲，无请咱大家过一遍的起立。立正，行嘞，请坐。一边由台北州来甲各位做报告哈。来，下一页。下一页，准备要甲各位报告的物件真多啦哈，稍等下呢，万一若是时间无够的部分呢，我嘛欢迎恁甲这个物件呢，通知我啦哈，我后边有迄个电子信箱哈，然后你写一张批来给我，我甲这份物件寄给你啦哈，啊，就全部拢有啊哈，好。这第一项代志呢，甲各位介绍一个军政府甲台湾民政府的关系。无咱即马干呐看到台湾民政府，唔在面顶嘛，唔在下骹吼。所以简单介绍第二项代志，咱即卖台北州在做民政治理的准备工课呢是啥物？第三项代志，讲即台北州在做啥？过来台北州有一挂观点、一挂看法、建议，啊，甲各位参考看咪吼。啊，第五项是咧讲即个政经现况，台湾的政经现况哈，即、這个部分我相信对各位将来对其他的即、這个咱台湾的老百姓讲话的时阵哈，应该即个部分对各位有帮助。那么另外即个第六项即个部分呢，如果若拄到民进党员呢，应该即真有效哈，即、這个各位做参考。哎，下一页时间赶紧哈，过来。咱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组织呢，在这个所在，咱的面顶呢要有一个军政府哈、哦。那么这个军政府呢，目前还无在台湾运作，这就是叫做 USMG 啦哈、哦。那么这个军政府面顶呢，就是美国总统哦。所以咱的头家呢是美国哦，咱的头家不是咱的老百姓，安尼知影意思无？不是咱台湾的老百姓。所以咱的人数呢，有到一定的这个人数了后呢。这个美国的军政府就来啊，哦，安尼了解意思嘛吼、哦，所以咱唔免去行街咯，去抗议抗议吼、哦、啊，咱都会晓读书就好啊，哦，读法律建国论，咱这个林秘书长的做这本哦，你若甲读个好吼，安尼你都有法度建国啊，安尼有简单无？哦，足简单的吼，都主咱求家己就好，唔免去求别人，哦。哦啊，这个法律建国论呢，上重要要让各位知影一个代志，就是讲吼，这是一条吼、哦、绝对行会通的路。不过咱无法度控制伊的进度，是安怎讲呢？因为美国人才有主动权，哦，伊才有主动权。咱即摆叫伊来，伊无一定要来啊。啊，不过咱无要叫伊来，伊反射就来啊。哦，咱对伊无办法，伊对咱有办法，咱对伊无办法咯。所以咱只要用尽一切办法呢，叫伊赶紧出面来解决代志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军政府跟这个叫做民政府的关系啊。那么另外这个军政府跟民政府呢，各位回去了后呢，甲亲戚朋友啊，还是厝内人介绍的时阵呢，要特别注意，这个军政府跟民政府不是咱台湾最终哈、啊、最后的这个地位哦，咱这叫做过渡性的政府，安尼知影意思无？就是讲，咱有一天呢，美国那边来引准，就是讲美国军政府呢，那是引准咱。不主权不行难的时阵呢，那么咱这个民政府的名称呢，那么对咧取消，啊，知无？咱迄阵呢，可能爱咱若是要独立呢，要建国呢，咱一定都爱草拟一个宪法，
啊，有国旗、有国歌等等的，遐拢总出来做一遍，互咱的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呢做一遍公道，安尼知无？啊，再来决定，咱迄阵要叫做什么名？要叫做福尔摩沙国呢，还是要叫做台湾国呢？还是要叫啥？迄阵由咱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呢共同决定。所以呢，现状看到的军政府甲民政府呢是过渡性的政府，安尼知无？哦，这毋是最后变安尼哦，是暂时一段时间变安尼尔尔。至于这个时间的维持偌久呢？即摆咱无多了解。那是以日本来讲起来呢，日本是六年外啦。琉球嘛是六年外啦吼，那么是毋是咱话六年外，甚至是最近听美国这边讲讲吼，讲要讲要真短时间就主权承认吼，甚至有甲咱开条件，互咱讲吼，你个身份证吼，若有发吼，发这个做一千万分吼，咱个身份证若有发一千万分出去吼，美国政权就要承认啦。我若安尼，这代志就好办了嘞吼，迄算会到嘞吼，所以呢。这个代志呢，就是这军政府甲民政府呢是过渡性的政府，将来后壁的国家的名称呢是另外一个名称，迄由咱本土台湾人来共同决定吼，唔通误会，等于讲哦，咱以后的国家的政府名叫做民政府，唔是吼、哦，这是一段时间尔，那将来就会变啦吼、哦。啊，咱即卖先做这个代志吼，那么这个民政府下骹呢，咱即卖目前呢，仿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最多咱叫做三权分立哦，三权无咧什么五权的啦哦，三权分立，迄五权分立迄是骗人的哈、哦。所以咱才有一个国务院，那么有一个国会，国会内底呢，佫分做两个这个机构，一个就是要做参议院，一个就是要做众议院哈、哦。注意，这个院是跟中央在用的哈，那、哦、叫做院是中央哈。哦所以这个咱各州呢，将来这个下骹各州了后，嘛有这个议会吼，所以这叫做议会，啊，这叫做议院吼，这是无同款的吼。所以咱来讲参议院，啊，就咧讲各州的吼，也就是讲将来的军吼，将来可能嘛有参议院吼。那么这个国会，就是参议院甲众议院吼。那么这个司法的这个系统呢，咱即摆甲流亡中国个较无共款个所在，就是讲最后诶，即个司法个即个系统呢，将来呢上悬个就是最高法院啦，无叫一个啥物院个啦吼，就是讲最高法院呢，就是即个系统个上头个啦吼。即美国嘛是安尼做吼，啊下一页，即个台北台湾民政府下骹国务院，国务院下骹就台北州政府吼。那么边啊有一个监督单位叫做台北州议会，台北州议会拄则讲过有参议会甲众议会哈。那么参议会是咱即卖赶紧爱来设立的哈。那么众议会的部分呢，将来呢看这个适当的时机呢，会开放民选。我甲想上少五年以后啦哈，上少哈。那么台北州的政府即个中央共款内阁内底呢，共款有30个这个单位哈，这是应该美国报备了30个单位。那么台北州呢，将来下级的这个政府呢，总共有1区11郡哈、哦，下一页。那么台北州政府的准备工作呢，就是讲我拄只甲各位报告过讲，咱其实呢无主动权，所以咱为了呢会当做的代志呢，赶紧直直准备，直准备啊，咱想会到的物件全部准备好是，随时等美国军政府的来台湾恢复伊的这个占领哈、哦，这代、個、志。这拄则有讲过吼，系下一页哦。拄则咱高雄州长诶吼，林州长甲各位报告台湾分作6州，即6州甲各位简单报告一下吼。即6州毋是咱家己发明诶啦，即美国人甲咱教诶啦。那么伊诶分类诶标准吼，安那挂州诶标准吼，就是每一个州拢爱有港口甲飞机场。将来万一若发生战争的时候，上无恁这州家己有自卫队啊吼，家己爱我就顾家己迄州啦，哦，啊外口的部分呢，美国人负责，但是咱家己每一州拢有自卫队吼，这自卫队啊家己有法度顾家己，所以家己有飞机场，家己有这个港口吼，这是安尼分的，咱家己无遐搞啦吼，咱毋捌建国过，无经验吼，人因定啊在共建国，所以较有经验吼。所以这个台北州的内阁需要30个，啊，这个州的这个参议员要63个合起来才93个哈、哦。那么上少要62个，就是讲这个参议员会使头家补一个，超过一半加一个啦哈、哦。63个除以2呢，都好
32个哈，32个加30个呢，所以咱上少要有62个啦哈。啊，目前为止呢，差不多30个人呢，还佫欠差不多相当的人数哈。所以即拜托各位大家到介绍下一页。哦，这是简单说明哈，台北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市哦，即叫做台北州。那么拄只其他州长有报告讲，因为即个辖区有偌大，我甲各位讲。这个台北州呢，人口呢占咱这个全台湾的人口哈、哦、40%，哦，咱有800几万人哈、哦，拄只高雄州讲365万人哈、哦，所以咱差不多2倍外哈。阿伯，咱这个所在呢，我认为是政治上麻烦的所在，各位知无？啊、哦，下一页，哦，所以将来呢，这个台北市这名称可能继续搁留咧哈、哦。那么因为咱分作一市，搁11郡了呢，台北。关通关新的关系呢，将来失踪起来，无这个名称啊，吼、哦，即个后壁规划是按算安尼吼，所以变作一市11郡。接下来，哦，这就是拄则讲啊，咱这个州的这个叫做内阁吼，州的内阁吼，咱叫做厅长啦，吼、哦，叫做厅长。所以呢，这拢甲中央同款，中央有这个叫做民政，民政大臣吼，啊，咱这就一个民政厅长，啊，这互相业务上配合的吼、哦。下一页，哦，同款哈。哦这嘛，同款总共有30个吼。这各位若有这资料，也是咱的，咱今日分好各位的资料吼，迄内底拢有吼。下一页，哦，这是较详细啦吼。台北市有总共现状有12个区，啊，12个区咱都要有12个名额。我即马讲的是算迄个参议员的名额的算法啊，就一个乡镇呢，爱有一个人啊。若是即、这个像台北市来讲，每一个区爱出一个人啊。啊，唔是讲一定爱迄区的人啦，就是名也爱有一个啦，安尼了解哈、哦。所以咱的人数有够多使哈。啊，将来台北市会分作4区啊、哦。那么其中有一区呢，叫做万家哈、哦，因为这万家有历史的这渊源，所以咱啊甲保留这个文化，所以叫做万家哈、哦。下一页，啊、哦，这个新北市哈、哦，就是原来台北县哈、哦。各位唔知有注意看嘛？拄只咱林州长所甲各位看表示的迄个地图内底呢，这个基隆市呢，甲这个花莲呢，甲宜兰呢，宜兰县呢，其实呢两个无相连，所以呢台北州爱挂遮个号伊吼，就是随风相克甲共寮吼，这三个乡镇吼爱挂号基隆市，然后并入宜兰州，互因东海花拢总是这个做宜兰州吼负责管理啦吼，负责保护咱对太平洋来的攻击，全部都靠他啊、哦。OK。那这个乌来区哈，这里这是原住民的这个较侪所在呢，所以咱后摆有一个原住民的行政区哈，爱挂海关啊，所以这个名额呢都无算伫咱内底哈。来下一页啊，同款哈，这复兴乡嘛是挂好这个原民行政区哈，啊新竹县有一个尖石乡跟五峰乡，各位有看到五峰乡无？咱林秘书长都正有甲各位报告有一个乐山雷达站哈。就是这个五峰乡哈，这两个乡嘛要挂好这个原住民行政区哈，就是中央哈，有一个因负责来管理哈。桃园县复兴乡，就讲了，来下一页啊。那么这是咱有一个台湾地方行政区的规划原则了哈。内底包括爱甲一寡文化有历史意义的所在呢保留落来哈，啊甲这个安那州郡区哈，这制度将来乡。乡镇吼，以后咱无得叫乡镇啊吼，咱拢以后拢叫市啊啦吼。哦，比如讲这龟山乡以后就叫龟山市啊啊。啊，这个现在叫市呢，因为台湾也无啥物资源，将来呢拢大家拢做生意就好啊嘛。所以市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嘛吼、哦。所以尽量拢咱无啥物乡镇啊，通通市啦吼、哦。所以咱后摆组织就是州郡市安尼吼，这个建制吼、哦。来下一页。这个参议员的这个条件呢，主要是本土台湾人就使啊。过来呢，这个要有这个一定的学术能力吼，啊，当认同咱的法理建国论述。这个认同的意思呢，不是讲这个强迫的意思，这不是安尼。这你主人做这工课的时候，大家才有共同话题哈、哦。这个话语才讲会通，啊无，那讲到对方，那就讲大陆哈，不是，那讲大陆就拍卡称啊。啊，叫中国啊、哦，叫中国才是正确的名词哈。等等哈，这个法理建国论述内底呢，拢有包括这用词用语哈、哦，这拢真重要哈、
这里啊都发给你这个高薪，但是呢，咱伫林志升秘书长在讲的时候，恁大家拢有讲爱枪毙啊哈，我大家爱记得哦，这恁讲的哦，哦，下一页，啊、哦，那么今麦在准备这个符合发身份证的事情哈、哦，咱的这个所谓的直接讲的台湾人民哦，其实是包含两行哦，这个叫台湾公民，这个叫台湾居民哦，所谓台湾公民，就是咱本土的台湾人。用这个日本天皇投降迄一天为准哈，迄、哦、天恁爸爸、恁妈妈是恁阿公、恁阿妈呢，是有迄、那个啊做当时户籍内底有人，所以因以后啊这后代呢，这拢总是哈、哦，所以后摆咱申请这个公民身份证的时阵呢，一定要有户籍成本，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哦，才做根据，才有法度提到本土台湾人的这个台湾。公民身份证，台湾公民身份证呢，伫各位即个资料内底有甲你讲吼，干那台湾公民会使有参政权，会使做官尔。那么很多等下意思讲，那所谓遐外省人呢，通通大家甲我落来吼，然后呢接受咱的通知，安尼知影意思吧吼？所以即摆天地多变啊，本来是平定，即摆我走落来下，往咱隔壁顶啊，啊，这里要做，这里要做大快人心呐哈。哦，过来，这个比其他民政治理的工课啦，譬如讲一挂规章制度吼，咱即摆来建立吧吼，因为咱这里也做这里也做美国军政府入来了后呢，都唔是搁在讲法理论述啊了，迄阵我正经做行政的工课了吼，所以呢，咱即摆嘛在准备遐工课哈，啊，过来就是配合这个国安会、国务院的工作哈，哎、啊，接下来，哦、啊，这张就是吼，咱即摆已经规划好啊吼，即摆准备要来印啊吼，就是。台湾人民身份证申请表，这规划好啊，吼、哦，规划好啊。然后呢，叫一个身份证的样章，稍等下给各位看，这标格拢设计好啊，吼、哦。那么意思就是讲，吼、哦，这证件有准备，你要你要发啦，不是无啦，吼、哦，不是用嘴讲啊。下一页，啊，这就是用这个林志升先生哦做样本所做出来一张未来咱的台湾身份证，哈、哦。我就看一个哈、哦，这内底较无同款的哈、哦，这有英文的哦。啊，当然身份证号码照旧的就好啊，哈、哦。那么过来呢，就有分男女性别，有这个头发的颜色、身高、体重啊、哦，啊，眼睛的颜色哦，哦，眼睛颜色嘛，哈、哦。所以这咱拢有这个叫做标准，哈、哦，就是讲你申请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和你去安那申请填表说明啦，哈、哦。伊拢总内底后摆咱拢会做出来，哈、哦。下一页。那么台北州的部分呢，这里啊做建议事项。台北州因为你要了解呢，所有的做流亡中国的高等官员拢伫台北州，哦，所以这将来呢，台北州长头壳较疼，因为照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这个内部的这个规定讲吼，以后吼，遐的所有的外省人当然拢总是台湾居民，吼、哦。都等于来台湾佚佗六十多年，无等于安尼尔啦哈，哎，无只个即个做公民的权啦哈。那么，但是呢，那像即个郭碧雄等等呢，即款也是民进党这个人呢，认同中国伫中华民国的这制度内底，伫遐咧食头路的较高等官员的吼，嘛拢爱甲批讲伊是中国人，安尼听无？哦，意思讲无要互公民权啦，哈、哦，无要互伊做官，无要互伊参政就对啦哈。那么这对这州长头壳都较清闲啊，对吧？哈，哦，啊，我紧再来想办法哈、哦。OK， 好。那么过来就是讲这里、個，我是这以上就是讲美国军政府入来了，马上要去征用咱现有的媒体，哦，开始宣传，哦，就我想这是真重要。过来就是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政府呢，确实入来台湾了后呢，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当然配合开始，这个要面对社会的心理恐慌，哦。这个叫做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哈，可能会小块乱哈。这个部分，咱心理上要有一个准备啦哈。那意思就是讲，啊，即甲各位讲，恁来等于小想看卖啊。第一项代志，股票会跌落来无？啊，你爱安那处理哈？啊，物资会起价无？你爱安那处理哈？啊，这个叫做两方的关系呢，是不是发生变化？中国会讲话嘛？伊若讲哦，这个美国人靠哦，你甲占阮。这个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哦，现年三个月内给我撤出去。伊若讲这句话吼，两岸交通就断啊。长荣海运唔敢开过，这个长荣航空嘛唔敢开过，宜宾嘛唔敢开过，所以伫中国的台商呢，听讲有200万人呢，遐可能就是凄惨嘛哈。
真凄惨嘛。啊，遐人呢，以后呢，到底若要倒来，可能爱飞去韩国、对日本、菲律宾都倒来，因为两岸都断去啊嘛，吼，交通断啊。啊，无就对啊，泰国都倒来吼。我即摆迄个做，迄个做交通费用，我看起十倍。哦，会当倒来，啊，若唔肯倒来，底下我相信将来非常的凄惨，哦，非常凄惨哈，因为因已经无伫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观点内底认为，迄个时阵因已经无任何利用价值了，对不对？较早是毋是要以商为政？啊，即卖都无可能啊，政都去互美军占去啊，所以无可能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当然对咱遐个台商呢，都认为已经无利用价值了嘛，对不对？所以遐有危险性啊。OK， 这是咱预告哈，判断整个情势哈。过来，这叫做历史资料哈，下来。这叫做这咱有一个叫做姚耀章先生哈，咱的这中央参议员哦 ，email 给我哈。这叫做1949年的5月19日哈发布的一个。戒严令第一号哈，各位可能无一定有这资料哈，啊，这做参考哈。这迄天啊，内底有啥物抢劫的都爱判死刑了，啥有诶无诶？台湾人是爱真无这个叫做人命真无值钱哈。啊，下一页啊，这里的戒严哈，1976年7月15日零时起戒严，啊，那个算算啊，台湾都被戒严38年多哈，这里38年又56天哈。这是全世界上长的戒严哈，这大家也爱记哩，这后日来算小哈，这小孩甲算倒转来哈。啊，下一页，啊，这是战士受田证哈，各位无一定捌看过，啊，这已经领了啊，这要写，哦，这钱已经领去，啊，已经领完了哈。OK， 下一页，啊，再来，哦，时间了有无？还够5分钟，这政经现况好，加速一点来，再来，啊，这台湾过来。这个台湾呢，用一个三角口啊，甲框起来，然后这个讲人口，下一页。咱即卖4月份的这个统计吼，流亡中国的统计，台湾4月底呢，2317,321人吼，咱大概甲了一个估算是2300多万吼，下一页。那么这个内底成分哦，流亡的中国人大概200多万人哈，本土台湾人差不多嘛2000万人左右了哈，所以这个2000万人的一半都是1000万啊，1000万都是美国甲咱讲讲，恁有一半的人吼，领你的身份证吼，然后伊政权就要行难啊，政权行难的意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美军的军政府要退出啦，要规个行难啦，啊，知影意思无？啊，所以这时间，好像我们也可以控制的哦。OK， 这是好消息哈，哦。所以意思讲，不一定要6年外啦，哦，这有条件哈，哦。下一页，哦，啊，这流亡中国人，咱先来甲摆做面顶呢，因为这拢是军工到白领阶级哈，啊，拢坐伫高层，啊，拢领高薪的人，所以咱即马甲摆起来面顶哈。啊，下骹只本土台湾人差不多2000万人呢，拢在做下骹啊。你敢捌看迄个做即、這个流亡伫台湾的中国人哈、啊，然后呢有亲情关系伫咧捡纸纸，你看敢有？我相信无，伊遐人拢白领的吼，唔捌字嘛，使做老师，我甲你讲。好，下一页。那么以下要甲各位讲的，讲较早李登辉有两国论哦，即马往我陈某某嘛，陈某某的两国论哦，而且是介咁款哦，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哦，先来讲呢，流亡中国甲咱台湾国嘛，对不？那么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哦，啊，较早是中华民国甲这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嘛，李登辉说的哈、哦，啊，即马有一个新的物件叫陈清龙的。这里、个、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哦，哈、哦，而且不简单的哈、哦，所以啊、哦，啊，这里、个、中华民国呢，就是你家，这叫做中华民国人，来下一页，啊、哦，这中华民国的人呢，哦，做流亡中国人，人口超过10%左右哈、哦，这些人呢，大概是蒋氏的统治权贵，政治经济利益的剥削者哈、哦，行为哈。哦大概拢有外国的绿卡甲公民权哦，能捞就捞，随时准备走人哦。所以咱这美国军政府就我相信有一堆的人走哦。所以各位有想到什么代志无？房地产会大跌，对不？这个时候才是进场的时机，对吧？哦哦。好，下一页。
哦，啊，即摆往咱来看台湾国，面顶是中华民国，下骹台湾国，因为咱在讲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啊，两国论啊，吼、哦。好，下一页。哦，啊，这个台湾国呢，内底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以后的本土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啦，吼、哦。啊，这个特性呢，就是政治受到压迫，个经济受到剥削，吼、哦。人口大概有85%的人口啦，吼、哦，差不多有2000万啦，吼、哦。OK， 下一页。那么这两国呢，这两国呢，都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对吧？吼、哦。好，那么就各位看一下下一页。那么咱来把这个台湾的实际情形呢，来给做牧场来讲哈，牧场来讲哈。那么这有一个牧羊人啊，这就是哈这个叫做被牧的牛羊哈。OK， 好，下一页。那么那把这个套来这个两国论来对呢，发现这中华民国就是牧羊人啦，啊，咱台湾国啊就是牛跟羊啦，啊，这个牧羊人专门在统治牛跟羊啦，啊。那么通知什么呢？这牧羊人哦，每天都来给咱挤牛奶，就是哦，叫你浇这水啦，浇这什么肺啦，规堆哈、哦，每天都得有啦哈、哦。哦，这都是挤牛奶，每天的。搁剪羊毛哈、哦，因为咱都羊嘛哈、哦，啊，所以呢，每年拢给你加一遍羊毛哈、哦，那边都是叫你每年的五月要去交所得税迄天对吧？哦，迄、那个都是要做剪羊毛。啊，这物件摕去了，拢中华民国个呀吼，因遐人开始享受吼，哦，哎、哦，拢甲咱无关系。意思讲，咱若要食草吼，这牛甲羊若要食草吼，哎、欸，恁家己去做，我无咧插你啦哈。过、哦、来，这个牛甲羊若小可表示反抗哦，啊吼、哦，开始又杀又刮这种哈，哦，这就是咱的政治现状哈。这、哦、下一页，啊，这里、個、伫这个咱的本土85%台湾人内底呢，佫分作两类嘞哈。哦这类呢叫做无认同伊是台湾国的人呢，伊认为伊是中华民国的人，也伊本来是牛甲羊呢，本质是牛甲羊呢，也毋过呢，伊穿一件衫了后，抹一个化妆品了呢，伊讲伊是牧羊犬啦吼，啊牧羊犬伊的目的是要创啥呢？伊就是要趁这个政治私利吼，啊做这个啊做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帮凶吼。啊、然后呢做打手，然后回过头来被剥削，有咱这来做牛羊的，你知意思无？啊嘛，偏偏拢四脚落地哦，啊，不过人伊主人伊高人一等的吼、哦。啊，咱这讲牛羊吼，嘛、哦、拢去拜托伊了，对无？因为敢那像无伊袂使的吼、哦。啊，所以呢，这呢下一页，咱讲哦，讲这牧羊犬哦，或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简单讲就是。帮助加害者，吼、哦，帮助加害者的人啦，吼、哦，就受害者过去帮助加害者的人，遐都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咱郭牧师下一节课也甲咱介绍啥物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吼、哦。好，下一页，哦，这个、整体的这里啊做图，哈、哦，各位做参考，哈、哦。好，因为时间还有无？啊，过几分了，哈、哦。安尼哦，下一页哦，真多啦，指教后壁还佫一个不哩精彩，时间无够啊，各位家己看哈。后壁迄个讲的物件，就是讲咱这个法律建国论呢，佮传统尤其民进党呢，因到底佮咱法律建国论呢，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哦，我相信呢，咱将来转去了呢，若甲咱的厝边隔壁有民进党员的人。来给他介绍讲，我的法律建国论是啥物件？不妨嘛，使对这个角度来讲，哦，就讲这里、个、啊做民进党伊是安那做，啊，这个、法律建国论，这里、个、啊做法律建国党，哈、哦，是讲台湾民政府到底是怎么在做这个事情？到底好过？到底有啥物差别？哈、哦，这呢在后边呢，各位也可以参考哈、哦。时间的关系呢，报告到这，感谢，谢谢。来，起立。立正，行嘞。坐下。